欢迎翻嚟今集嘅老领讲影视啦，系啦，今日系影视活嚟嘅，咁啊，亦都系同大家讲一套系近嚟上咗画啦，我近嚟有一睇啦，咁啊，都有一啲话题嘅，因为都几多嘢可以再慢慢讨论，但系可能大家系会期待会发生嘅嘢多少少咧，咁就唔知啦，我哋后面再慢慢讲啦，咁啊。系啦，翻到嚟就有我喺度啦，我系大王啦，咁啊亦都有阿南哥喺度嘅。诶，大家好，南坤。系啦，咁啊今日就我哋两个喺度同大家直播咁样去倾一套作品啦，就系、是《新无面超人》啦。咁啊呢套，咁相信大家都唔会话好陌生啊，到底呢套咩作品嚟咧？就唔会啦，因为大家好清楚啦。咁啊，佢呢个新日本英雄宇宙嘅第四部作品啦，亦都系暗夜秀明去执导啦，去主理，去主创，主要去制作嘅作品啦。咁啊，亦都系好似之前真哥斯拉同埋真 Ultra Man 咁样啦。咁啊，都系咧用一啲以前即系叫做好家传户晓嘅特摄 title， 咁啊就将佢可以话现代化咗啦，可以用呢样嘢，即系现代化咗叫做。製作一個而家呢個年代再去講佢嘅，用另一種方式去再演繹佢個故仔嘅一套作品啦嚇，咁啊就係今日呢套啊，咁啊香港譯名譯新無面超人，因為先字就咁有啲譯真又譯新亦都有，但係我呢套就如果譯真無面超人咧，可能就有機會咧都會係大家即係啊會唔會搞錯咗？以为是以前那个掹咗人个头出嚟嗰个真拉打咧，同埋而家好似都系定咗，我见译名上都好似 firm 咗，定多咗系会用个新字嚟较多噶嘛，即系我呢边就咁啊，都系系咯，新超人啊，咁今次新无面超人啊，咁啊亦都好睇到，其实佢宣传嗰阵，即系佢俾咗一啲 trailer 嗰阵咧，你系见到例如上次新嘅咸超就系佢用一个比较外星人嘅形象嚟描述呢一个咸蛋超人嘅外形啦、啊。咁今次呢一个无面超人，你见到佢就回归翻真系一号同二号啦，讲对付 Shocker 嘅故事啦。咁然之后你睇佢嘅风格就好明显，佢照一比一得翻以前嘅嗰、那个opening 就俾你睇，即系话俾你睇到可能对于 Lada fans 嚟讲就系回归个原点啦，亦都好似新哥斯拉或者新咸超咁样，佢都系用另一个方法嚟诠释翻以前嘅经典故事俾你睇咁样。甚至乎今次个造型咧，咁大家见到以为佢都冇咩特别改，因为好似哥斯拉咁，某程度上都叫做改动都较唔知有冇叫较多啦，都叫多啲啦，即系都一啲各方面。咁啊，咸蛋超人嗰次啦，即系应该叫翻啊 Ultra Man 啦。咁佢就冇咗盏灯嗰啲，或者佢收长咗，就个外星人感觉就多咗嗰样啦。咁而今次其实基本上个样一出嚟，大家就因为咪系一号咯，即系都好认得佢。嗰个改动又好似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咁当然后来其实发现有若干细位都会唔同啊，即系例如后面嗰个头发嘅位置啊，或者佢讲嘢时候个嘴咧，其实系会跟住喐啦，嗰个面具嗰件，咁啊，亦都好似而家画面 show 紧嘅呢张海报咁样，就直情系有件大褛着住嘅，咁啊，件大褛叫做系今次呢个新蒙面超人较为可以话系 signature 啦。或者有人中意又唔中意，但我自己系觉得几过瘾嘅一个 design 嚟，咁啊叫做今次有呢个改动，就好似都系想将一啲叫做以前 Kamen Rider 嘅嘢就摆喺度出翻多啲，即系叫做攞啲我叫做咩古早味啲嘅嘢，古早味啲嘅嘢就攞翻嚟，可以话系啊摆多咗喺度咁样咯，可以话系。咁其实喺上之前睇咗 trailer 咧，自己有感觉就。即係利益申報啦，我自己唔係暗夜嘅 fans 啊，即係我亦都冇乜睇得好深佢嘅作品，無論 Eva 又好或者其他作品都好啦。咁但係自己曾經都係一個 Lada fans 啦，尤其是即係以前有睇有關如果你話本香漫嘅，我哋節目都講過啦。即係呢一個藤江雲有飾演嘅拉第一號嘅電影，我哋都睇過啦。嗰套真係救命！先唔好講佢好定話，但係我哋。有睇過或者我同阿大王都好中意嘅一套漫畫《夢超 Spirit》嘅，亦都係有各位超和拉打嘅角色登場啦。或者
係我哋亦都當年睇過另一套，即係當係新式傳譯呢一個拉大一號故事咯，係啊。The First 同 The Next 都有睇過啦。嗯，今次嚟講再個感覺有啲唔同，就係、是、The First 同 The Next 嗰陣時嘅造型都係偏向現代嘅。嗯，即係內在設計多一次，或者佢戴面具或者乜嘢，而今次佢去設計係真係嗰種好似係咁講，係我要正正式式古早味嘅還原俾你睇。咁因為係咯，大家知道其實阿庵野秀明自己都係個重度嘅宅啊，佢話佢個御宅族都好出名嘅，佢本身對特攝都係好有執著同熱情啊，正如我哋講係佢自己甚至乎喺。咩读书嘅时候都有拍过，试下拍《Kamen Rider》咁样嗰啲咧，所以佢系有份执着嘅，觉得佢喺呢方面。咁啊，但系睇到个 trailer 好明显，即系佢系所有嗰阵时一号特色嘅嘢，即系真系无论系好处啦，或者系嗰啲穿崩位啦，即系你睇，即系你第一次睇个广告咧，见到佢有件干湿褛，然之后又。有個頭髮喺後面出咗嚟，然之後條頸巾嗰啲咧，你會覺得真係好似當年拍特攝嘅嗰個鏡頭或者啲乜嘢嘅。佢係個 OP 佢真係跟到都幾足下，同埋呢度又可以拉開少少啦。咁香港嘅身影喺叫做宣傳上面啦，我覺得係做咗一件好過癮嘅事。佢又攞翻嗰個好古早味嘅 OP 咧，然後就配啲。字幕落去，咁啲字幕梗系全部系我哋音译啦。咁因为我哋香港呢边系大家曾经好出名一个咩泰文无面超人，就系刘拉咪嘅关系咁嗰个咧，就系嗰个字幕系大家都系中意 Kamen Rider 又好，或者你中意呢啲叫做网络文化或者宅文化嘢，你刘拉咪捻关系呢句说话咧，已经系一个梗嚟噶嘛。佢就变咗系攞咗少少嗰样嘢，就拉打针，佢就写拉打针咁喺度咧。其实我几中意嗰样嘢嘅，即系好似将让大家都。觉得是回忆的东西他就尝试玩出来，哪怕效果你当然是很难去，你很难去泰文的 level 的，但是 at least 去玩这件事我很喜欢。因为呢我是跟其他朋友呢有一次看其他电影，但是刚刚我身影你刚才说的那个字幕版的 MV， 有几个朋友呢笑得很厉害，就是他们没有看开拉打，但他们觉得很有趣。亦都提埋咧，即係香港嘅身影咧，其實喺今次新蒙面超人嘅宣傳方面咧，我覺得係比例係比起其他幾套咧係更加之出力嘅、嗯，即係因為上一次嘅新鹹超咧，處於即係我冇記錯都係疫情期間啦，咁所以咧你話喺宣傳方面咧都有出力嘅，咁但係相比嚟講咧，今次新蒙面超人咧。你想想他的場次，他現在是每一種不同的場次，即是 IMAX 有送的特點又不同、普通場次的特點不同、4DX 的特點也都不同，你很明顯看到他推的力呢，或者他今次宣傳、Facebook、或者其他東西呢，我見過密度呢是很明顯多了很多。嗯，可能這次又真的不是在一個叫做疫情限制期間，所以變成他可以做的東西是多很多，因為上次你新鹹超，你就算点样去，即系推都好啦。你始终我都系嗰样，我入唔到场嗰阵时，我想入都入唔到嘅。咁今次就系啦，始终点都好啊，我觉得都系有啲得意嘢嘅，系啦。系啦，咁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啦，即系仲有另一个理由，我估系有少少关日本票房事，不过你一定详细再，即系都有担心嗰样嘢，影响就加大力度啲推，多啲人入去咁样咯，系啊。咁我哋仲有冇其他嘢你想讲一讲啊？即系例如背景啊，或者乜背景其实都唔需要啦，或者系啦，因为我谂系咯，大家唔知记得啱之前觉得咁样拍嘅有真哥师奶，咁嗰次叫真哥啫，跟住呢次有新超人嘅，就到今次新蒙面超人，咁甚至乎计埋好似新 Ever 剧场版，通常系有四部咁样合埋一齐咁样咯，系咯，系啦。咁啊，我哋喺讲完背景之后咧，我哋就会讲下即係啲劇情嘅簡介啦，或者我哋深刻嘅嘢啦，咁都要提一提聽眾啦。咁我哋咧係會完全劇透嘅。嗯，冇錯冇錯。所以咧，如果大家係有想興趣睇，或者唔想有任何劇透咧，可以等到你睇完之後先。係啦，你而家可以，因為今晚係直播嚟嘅，所以冇計啊。你唯有而家熄咗佢先啦，係啦。咁之後再翻嚟聽啦。咁如果唔買劇透嘅，或者你已經係睇咗相，一齊再研究一下套作品嘅，咁啊直播大家傾下偈啦，係啦。
咁啊，如果你话开始讲套电影，其实就好直接嘅，因为佢都系将蒙面超人嘅原本 TV 版啦，或者漫画版一啲剧情咧，去做剪辑，已经重现翻俾你睇嘅。即系一开场其实已经好直接噶啦，即系佢冇啊，本香版俾人哋攞咗去改造嗰啲咯，但系一开场就已经飞紧车，一开场我将，因为我睇 MX4D 嘛，就已经喺度揈紧我。咁但系你睇依一个 Max4D 嗰种感觉咧，即系因为我系完全冇试过啦。你觉得佢嗰啲动作同佢嗰张凳嘅嘢配唔配合得到咧？呢度我嗱，首先讲，因为开头佢追车噶嘛，追车嗰下咧，我觉得即系个心情有啲变化，因为一追车嗰阵咧，佢啲飞车场口啊，扭嚟扭去啲，我张凳跟住揈啊，跟住佢爆炸碌啊啲嘢就一齐去震啦。我觉得哇几爽喎、啊、！MX4D 都唔系大家，即系大家有时会话喂，会唔会好似好多元？我唔系喂，咁样追车法好爽、啊。咁当然佢追车过后就因为喺个森林度开拖噶嘛，到开拖度我觉得有少少多咗，因为佢打人咧，只可能一锤窝落人哋度咧，我张凳都要掉一嘢，好似我俾人窝咗咁样咧。但系嗰啲入变咗睇到我有少少攰嘅，咁到后来有啲位咧，可能特别系有人碌啊，即系可能打到战斗员飞走咗，或者中间可能点样撞墙啊，主角又好啊，对手都好，飞咗出去碌出去啦，即系撞埋埲墙度，或者碌落地下、碌落山嗰啲嘢，就有时我张凳嗰个座位咧，我 pat pat 嗰度咧会有两粒嘢掹上嚟撞一撞啊，即系大家唔好谂咁黐线，佢唔系中间撞你，冇咁癫嘅，左右咧，即系你坐按摩凳咧咩，你整张按摩凳咧唔系嘅啫，按摩凳有时会嗰位按一按噶嘛，佢就系嗰个位有两粒嘢打弹咯，嗰下我就有少少喂，做咩吉我啊？咩事啊你？咁嗰种感觉，咁嗰下我甚至乎俾佢啄嗰两嘢咧，我奇怪我啲打弹，我有少少一时间个注意力我掹开咗就系，咦你做咩事？系咯，咩事搞我后面咧？啩真系噶，咁样咁有啲奇怪。可以吓，如果佢冇嗰两粒嘢去啄屁股，当然我有朋友就话佢即系睇其他戏，有时可能系啲人系咩好大型跌落地下，即系俾架车揞到嘅。嗰下佢话咁样加嗰一粒嘢咧，去揞一揞你啊，佢就个 feel 其实出嘅。但系拉打依边就系、是、有时只嘢碌下碌下，或者你碌落地碌落山嗰时，你又走去啄我嗰两下，我奇怪。你做咩事啄我多啲咯？咁但系有时啲爆炸位啊、飞车位咧，个 MX4D 系正，或者头先咪话佢喺度追车，追完车就入森林跟住打嘅，咁亦都可能 train 啦，大家睇嗰段啦，就有时揿人个头喺地下爆开个头嗰时，砰咁样噶嘛，一砰嗰下咧，佢直情专登系撒啲雾出嚟射我咧，就好似你揿爆咗人哋个头，有啲血喷咗落你度咁样咯。咁有啲 friend 话好似佢有。有啲味添嘅，但系我因为戴住口罩啊，所以我就唔系好 get 到味喎。但系喷过嚟嗰下咧，我有啲 friend 话喂，你喷风嗰啲有时候有啲多余啊。但系佢揿人个头落地下爆血嗰下嚟爆风喷一喷咧，我又觉得几有 feel 嗰下，所以系有佢得意嘢，亦都有一啲嘢我觉得佢做多咗啦，即系揞屁股我嗰日多咗嘅，系咯，嗯，系、okay. 啦。咁啊，講翻啦，咁啊，其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咧，一開場已經係好直接，即係追緊車啦。就其實本香曼已經被 Shocker 改造咗，但係咧就俾佢改造嘅陸川博士咧就連埋佢個女陸川琉璃子咧就救咗出嚟，就係話咧就想委託依一個本香曼咧，即係佢都冇同佢講，佢直接話啊本香本香曼我改造咗你，所以咧你要幫我手咧就對付對付 Shocker 係啦，即係雖然都好快。咁其實我覺得因為依啲設定又咁講咧，捉咗本香曼拎咗本香曼改造咧，有啲似 Batman 喺個後巷嗰幕嘅，所以有依個去快俾我哋，我啊覺得反而係 OK。原本我以為開場咧又要講點樣捉佢走啊，拎佢改造，我估唔到開場已經飛車喺度同阿邊個同阿琉璃子走緊路啦，已經係。係啦。咁啊，因為琉璃子其實都係逃離 Shocker 嘅追捕啦。咁、但係咧，佢哋最終都係俾一個蜘蛛怪人咧就追蹤到，咁就殺咗依一個陸川博士。咁啊，陸川博士喺臨死之前咧就對本香曼講要保護阿琉璃子。咁啊，亦都就進行第一場嘅戰鬥，就係、是、一個本香曼咧就變成一號咧就對依一個蜘蛛怪人。怪人，仲要去捉走咗阿邊個啊？阿琉璃子噶嘛，然後佢就追翻出去。咁虽然嗰下我都有啲 get 嘅，佢系整个蜘蛛网黐咗本香客猛喺埲墙度，然后就去掹阿琉璃子走，因为佢两个系走咗间屋嗰阵时咧，
休息咗一阵，又讲阵设定，同埋陆川博士过嚟讲设定啊，最紧要就系佢点样走过去话，你而家解除咗个变身，你除咗个头盔，你而家就唔够力挣脱我啲蜘蛛丝，跟住又摆个炸弹喺度。咁但系其实系咯，大家都知道个炸弹冇用噶啦，即系我以为你摆个炸弹喺度，要喺面前炸死琉璃子，点知佢又唔系，佢捉琉璃子走，佢摆个炸弹就系炸猛咯。咁但系其实佢都知道猛系炸唔死噶嘛。咁唔知嘅，但系拎咗个炸弹出嚟冇理由唔用噶嘛，咁样嗰只 feel。嗰场咧，我个爆塔炸嗰下咧，我系深深感受到啊！你系想俾我哋睇到依一个嗰间小屋啊，嗰间小屋爆炸技术系点爆出嚟？咁系几正嘅，爆得系有嗰种特摄爆炸 feel 系几好嘅，我几中意嘅其实系。同埋其实头一段咧已经好睇到咧嗰种所谓古早味嘅打斗啦，即系。除咗即系话，你会见到啲镜头咧，好突然啊！即系咧，好似以前咧，我哋睇特摄咁样咧，你明明咧，上一秒咧仲喺间屋仔度爆炸咧，而下一秒咧，即系你见到蜘蛛怪系走噶嘛？系啊！但系佢阿本香曼已经喺前边咧，唔知点解前边即系啲嘢讲笑个指唔埋嗰只感觉。系啊，系啊，佢就专登嘅话，原来后来有啲话专登要做呢啲 feel 嘅，不过呢度就制作日后面再讲啊，可以咁啊，亦都進行咗一場激烈嘅戰鬥之後咧，就用依一個拉拉 kick 就打死咗依一個蜘蛛怪人啦。咁啊，但係打完蜘蛛怪人之後咧，其實被改造嘅本香曼咧，本身咧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嚟嘅。嗯。咁啊，但係咧就因為有依個俾阿陸川博士咧無啦啦改造完之後咧，就獲得依個力量咧，其實佢成套電影咧都不停咁喺度問自己究竟係。需唔即系点用呢个力量，或者系拥唔拥值唔值得拥有呢种力量，即系佢都问阿陆川博士话：喂，打死人噶，我即系话我呢种力量，我系随时杀人，同埋话佢落咗头盔之后，系会令佢意识上面喺杀人嘅时候系唔会有到啲咩类似罪疚感，类似嗰样嘢，即系个感情压低咗噶嘛。甚至乎系阿蜘蛛怪人有够几正话。喂，你头先又杀我啲僆嗰时咧，你都系觉得正嘅系嘛？咁样同佢讲咧，几有 feel 嘅嗰下，我几中意，系咯。咁啊，但系因为佢俾阿博士又委托咗要照顾琉璃子啦，咁啊，同时咧亦都阿琉璃子系，即系你当佢直情系改造人嚟嘅，佢系一个我当佢电脑改造人嚟噶。系。佢亦都系因为系由呢个 Shocker 叛出咧，就谂住就点样去解决成件事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出现咗两位呢一个政府机关人士咧，突然弹出嚟就系、是。但系嗰幕几正嘅，因为阿琉璃子就话。嗱，我总之即系佢其中一个口头禅就系话，我啲嘢一定有晒准备嘅咁讲嘛，咁然后就去咗一间佢哋嘅安全屋度，嗱呢度系我准备好，但系佢一开门嗰刻就有两条友坐咗喺入边，嗱就系好惊嘅嗰幕，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依一个竹野内丰同斋藤工啦，系，咁啊竹野内丰其实喺几套嘅新系列咧都客串过唔少场次噶啦，系，咁啊但系今次咧佢直情系。即係講到明啊，直情係我係政府機關人員啦。咁啊，依位扎藤工咧就係依一個情報機關人員咧。係啦，但係佢唔會立支嘢出嚟 ，beta 支嘢，佢唔會識變身嘅。呢個真係唔識嘅，係啦。咁啊，就係話因為見到佢哋係叛出依個 Shocker 組織啦，咁、就想話建立依個共同戰線。咁啊，但係我覺得個故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依兩位情報或者政府機關人員咧，既係。即係有都會俾資源佢哋兩個，但係同時咧兩邊咧都唔係信曬十足十對方。咁啊，賓比比波就表現到真係一個好準備十足嘅人啦。佢成套電影都係嘅，即係話佢都知道班政府人員諗咩嘅。咁啊，但係同時咧，佢兩邊嘅合作咧，亦都促成咗就對付 Shocker 啦。咁啊，都要講一講翻今次 Shocker 嘅設定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因為原始嘅 Shocker 咧，我哋成日睇到以前嘅古早味嗰只咧，就真係納粹殘黨啦。咁啊，亦都係想征服世界或者其他嘢啦。今次個設定咧就好有趣啦。因為你今次個 Shocker 嘅設定咧，其實佢講咧就係話有一個富翁咧，就係想有一個心願，就係想拯救人類啊。咁啊，佢又想創造咗 AI 出嚟咧，就計算點樣拯救依一個人類嘅幸福。咁啊，但係咧個 AI 亦都有個機械人啦，就係、是叫嗰時一開始叫做 J 啊，個 J、I 同 J。咁啊，一個 AI 自己運算咧，一個就係外部接收資訊嘅機械人啦，就回饋翻啲資訊俾個 AI 啦。
但系 AI 计计下咧，就发觉喂唔对路喎、哦，即系所谓全部人类幸福咧，佢拯救唔到，佢就计咧系计出嚟点咧，就系、是、话我哋要先拯救最唔幸福嘅人先，我哋先至可以拯救嗰其他嘅人啦、啊、吓，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 ，Soka 咧成个组织咧就变成咧专系咧就捉一啲最。最點話最不幸最騎，我稱之為最騎呢嘅人去改造佢哋，令到佢幸福。講笑講捉咗成扎邊青走啊！你講嗰樣嘢類似係。係啦，然之後捉扎邊青翻去改造啊！咁你計出事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你見到你喺 Soka 入邊嗰啲改造人咧，全部咧都係性格咧係好極端啦。佢哋都有佢自己所謂嘅幸福啦。咁啊，亦都即係例如一開場嘅蜘蛛怪人咧，佢就係一個完全厭惡人類嘅人嚟嘅。佢覺得佢嘅幸福咧就係親手殺曬啲人類，類似我記得類似係咁樣。咁啊，所以咧你見到大部分嘅人大部分嘅怪人咧，佢打鬥或者佢嘅背景故事咧，圍繞咧都係幸福嗰樣嘢嘅。同埋好似話佢係落咗個設定幾有趣，話佢哋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不斷整高佢嘅幸福個感覺。就壓低咗佢其他悲傷嘅嘢，咁啊等佢覺得佢做緊怪人或者喺度做緊啲黐線嘢嗰時係 enjoy 嘅，係爽快嘅，係開心嘅，佢就想咁樣做呢樣嘢咯。其實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呢個設定係，因為對比嚟講，因為阿半香萬冇俾人改造到去 100% 啦，所以佢個人喺成套電影度好掙扎嗰樣嘢，亦都係同幸福嗰樣嘢有關咧，就係佢點樣去由佢嘅痛苦。即係佢成日講噶嘛，入邊就係話有個日本嘅字嘅轉變啦，就係話幸福同埋辛苦嘅辛字係爭一筆畫，爭畫啊嘛。係啊，咁佢就點樣去揾依樣嘢？我覺得成套電影去講文戲方面，我覺得係幾好嘅。係。咁佢基本上就係套戲個流程落去，都係講佢嚟同埋政府嗰兩個，即係竹野和風兩個啊。佢哋呢四个人可以话可以有个组合咁样，咁跟住基本上都系去揾一啲 Soka 嘅敌人出嚟，就去做低嗰啲敌人，打败佢，咁希望逐步就瓦解，搞掂个 Soka， 类似系咁样嘅古仔咁落啦。即系例如中间会见到有个系蝙蝠怪人，咁啊蝙蝠嗰个就我整个蝙蝠病毒，我啲蝙蝠病毒就控制晒你哋，我要你哋死啊！你即刻会屎俾我睇啊！类似系去咁样玩法。咁佢基本上就系咁样做法，咁然后就啊话中间你点啊？而家我控制咗个琉璃子啦，本香马吓，你帮我做嘢嘅话就我要即刻杀咗佢咁样。咁结果原来两个都系，我系冇俾你控制到嘅。咁跟住就搞掂咗啊蝙蝠怪。咁而后来甚至会有一条线就系佢哋遇到个黄蜂怪人啦。咁啊黄蜂怪人就仲系女仔嚟添嘅，咁而且仲系琉璃子可以话由细玩到大嘅 friend 嚟嘅。咁但系结果佢都系中衰一箭，收一符啊！黄蜂怪人玩样嘢就系佢系控制好多人嘅，控制咗好多人 ，micron 操晒佢哋咁样啊，即系等佢哋变晒自己嘅人，咁样去做法，佢会咁样搞嘅。所以话都系说服唔到佢嘅，佢哋都话一定系要打败佢嘅，因为佢个野心系大到我哋唔会说服到佢。咁到呢度，甚至乎佢前面有段戏就系去打咗个蜘蛛女怪人添啊！咁呢度原来少少伏笔就系去打黄蜂怪人嗰阵时，咁嗰段戏其实几好睇嘅，即系佢两个同佢打啦。咁到最后其实两个都系落唔到手去杀，因为琉璃子觉得嗰个始终系佢朋友，佢唔想杀佢。咁而本香晚又系明呢件事又唔想落手，但系到嗰下就反而系斋藤工入嚟就攞把枪掰低咗佢。咁仲话：哎，你攞把枪嚟射我有啲咩用？咁原来就系前面打蝎子怪人嗰阵时候就攞咗佢啲毒液，就用嚟对付佢咁样做咯。啊 ，by the way， 我散咗场查翻先知，原来做蝎子怪人嗰个系长泽直美嚟。系啊，我真系唔知系佢嚟，特色嚟噶啦。我瓜真系唔知系佢嚟。系咪因为个拍摄质素有个问题啊？定系都唔系因为佢造型咧，都遮咗块面好多嘅位置。唔系佢造型其实得意嘅造型，有个系摆只蝎子上面喐咧，佢个造型好得意，所以嗰刻我认佢唔到啊。咁我都系散场睇翻我先至知道啊，原来系长泽直美嚟嘅咁样嗰啲咯。咁变咗嗰刻有啲震撼嘅，我睇翻到啊先知。咁跟住就。
要咁样就搞掂佢哋。咁而后来就渐渐再有其他嘅线就关翻阿琉璃子嘅哥事啦。系啊，因为其实琉璃子本身咧，陆川博士理论即系佢讲到其实唔系佢亲生嘅，佢系入咗 Shocker 之后系人工繁殖出嚟，即系人工制造佢出嚟咯，可以话系。就佢名义上阿哥咧，即系一郎咧，其实都系一个改造怪人啦。其实佢系蝴蝶改造怪人啦。咁点解佢嗰种幸福系乜嘢咧？佢就系话因为陆川博士嘅老婆咧系。被人隨機殺害的就是因為這樣陸川博士先加入 Shocker 而他本人也是為何接受改造而他的最終目的就是說要創造一個沒有暴力不會好像我媽被人隨機殺害一個世界就是將所有人類的靈魂呢就是他因為他前面設定、他們所有改造人的能量呢其實是背上一種粒子呢叫 Pala 的甚至乎我见有啲译名再简单啲译咗去做戏噶嘛，啲译咗去做。但系佢而家就我系睇个译名会系 Pala 咁样叫啦。咁差唔多系唔系有啲人当咗佢查克拉咁样噶嘛？但系我觉得当系灵魂会好啲嘅，即系咁样用灵魂嗰样嘢去，即系如果你自己用灵魂呢样嘢演绎，应该会更加贴佢嗰个设定想讲嗰样嘢嘅。系啦。咁啊，亦都想佢嘅計劃咧，就將所有人嘅 Pala， 即係所有嘅靈魂咧，就送去另一個世界，就等大家都唔使爭啦。大家都喺個冇痛苦啊，唔會有鬥爭，亦都唔會有暴力嘅世界度，大家只有啲靈魂喺嗰度快樂地喺個存在咁樣咯。係啦，由嗰下我突然原來我睇緊嘅唔係個真人版拉打，我係睇緊真人版 Eva。講咗咁多年話要拍 Eva 真人版，結果原來暗夜偉話唔使你拍，我自己拍咁樣。咁呢個設定又有佢得意嘅嘢嘅，咁而家一郎就係要做呢件事。甚至乎喺个基地度坐翻去自己个皇位度咧，就不断有无尽嘅力量攻落去，咁佢都系不断就系要吸啲人嘅灵魂，将佢转丧，类似系咁样啊。咁而跟住讲咗呢设定嘅冇几耐之后咧，亦都有另一个角色出咗嚟啊，就系、是、一文字准人，佢即系拉打，我哋会叫嘅二号啦，系啦。咁啊，佢就出嚟咁就话。佢系同你一样嘅方式去制造出嚟嘅，叫呢个改造人，蝗虫怪人，蝗虫怪人。咁而家就去追击本乡猛，咁而亦都系咁样，佢就揸埋两个人揸架电单车咁啊追啦，咁啊本乡猛带住阿琉璃子走啊，因为佢入咗去基地度见一见佢阿哥，咁跟住都发觉系啊唔够打走咁样，咁又跟住叫做追击战咁样，咁去咗一个地方度啦，都系啲好特摄场景嘅地方度啊。咁跟住就喺度一号对二号咁样就或者系本乡猛同一文字准人嘅一场大战咁样去打，咁而原本咧就系阿猛唔够打嘅，咁但系之后啊琉璃子就原来因为我头先话啦，佢系可以话改造咗类似生物电脑咁样啊，咁亦都系咁样解除咗一文字准人嘅嗰个洗脑，咁令到佢正常翻。甚至乎系令到佢嗰个有翻完全自己嘅意识啦，可以话系。咁但系喺解除完佢个洗脑，咁你谂住呢场打斗完啦，点知呢个时候咧，突然间阿琉璃子行，佢嗰个镜头你都估到实有事出嘅，就系佢慢慢行过去阿猛嗰边睇下佢有冇事嗰啲，但系行过半路啊咁样就俾人吉咗嘢。咁原来有另一个前面出过嚟话，我要帮蜘蛛。前辈报仇的一个怪人，都冇记错，佢系三合一嚟噶嘛？嗰个系三合一，呢一个螳螂、变色龙同埋我唔记得咗边只嘅合体啦。系咁，因为隐形嘅有套隐形衫，好似 Metal Gear 嗰件隐形衫咁嗰只啊嘛。咁因为咁咧，琉璃子因为冇佢嘅资料咧，佢准备唔到嘢噶嘛，咁就俾人突袭咧就重伤，咁就最终咧其实都系死咗喺呢一个本乡猛面前嘅。但系佢喺临死前又再做啲嘢，就话佢改造咗个，即系叫佢帮阿本乡猛个头盔入边啲嘢 firmware update 咗，净系 firmware 嚟噶嘛，就帮 update 咗，叫做亦都有埋佢嘅遗言遗书喺埋入边咁样咯。咁但系后来亦都系有点样去打败阿一郎，即系佢阿哥嘅嗰个计划或者要做嘅嘢，都系
叫做喺日本咧买个头盔入边嘅，咁亦都系可以话伏笔连落去。咁而一文字掌人嗰个洗脑都解除咗，咁啊，所以后来虽然佢原本就话，其实我又唔系好想同你两个一齐咁样，我都系独行侠。咁亦都话因为阿本乡猛后面系佢有啲政府嘅官员系会同佢一齐去合作噶嘛，话我唔中意咁样。咁最初又话咁我自己去做我自己嘅嘢，我去对付 Shocker 啦。但系咁大家都唔难谂到，后来就系佢都知道本乡猛要去 Shocker 打大佬嘅时候，佢都系跟咗过去一齐咁样打嘅，都系咯。咁啊，最尾都系同呢一个一郎进行呢个最终决战啦。咁亦都运行咗呢一个琉璃子留低个计划，就系点样用佢嘅头盔留低嘅 firmware、software 同埋佢嗰段片嚟，某程度上系说服咗一郎咯。嗯，系可以话最尾靠阿妹说得咗阿哥咗就解决咗件事。咁但系，叫做最后本乡猛同埋一郎佢哋嘅嗰种能量啊，都系用晒啦。咁所以最尾两个，因为佢呢度有设定就话佢哋啲即系全部改造人出过嚟嘅，都系喺死咗之后会化成一团泡，就话为咗唔好任何嘅资讯可以留咗俾人哋去查，即系查到啦。咁亦都系咁样，最后佢两个企咗喺度就一齐变咗泡泡啦。咁然后一文字掌人只见住本乡猛就变成咗一团泡咁样，咁但系最后咧，本乡猛个头盔就留咗喺度，咁原本应该系要跟住一齐就化成泡沫噶嘛，但系因为琉璃子 upgrade 咗佢个头盔，即系我睇翻啲设定讲话佢 upgrade 咗佢头盔 firmware 唔同咗，所以就件事唔同咗啊，咁变咗头盔就留咗喺度，咁而到最后其实边个阿斋藤工同埋阿竹野内丰佢哋系拎咗个头盔，就总之再整翻好，再改咗佢，又变咗系无面超人一加二，咁就再将呢个头盔就俾咗文字准人，就希望佢继承住卡梅拉达嘅呢个名称，咁亦都系咁样啦，就叫做一文字准人踏上咗佢以后继续去，我可以话系守护大家、守护人类嘅旅途上面啦，继续去打败余下嘅怪人嘅故事啦，咁样，咁同埋得意在系。其实佢后来改咗只颜色，应该就系大家而家成日叫新一号嗰只色嚟噶嘛，系嘛？冇错，系咯，佢就系本身系一号，即系旧一号同二号，跟住而家就改咗，就变咗一文字掌人，变咗个新一号啊嘛。其实几得意嗰样嘢，我觉得呢个位，佢攞个颜色出嚟几有趣噶吓，系咯。同埋最尾你见到，其实佢系当系佢灵魂都在喺头盔度嘅，所以咧佢本身猛嘅灵魂喺头盔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佢真系可以讲一句咧，即系我哋系二合唯一嘅蒙面超人啊！系，我睇嗰下真系吓，原来最尾系变成 W 嘅，同埋咩？佢除咗似 W 咧，仲嗰下我系谂起咩咯 ？Double O 入边啊，边个啊？提耶利亚咯，系啊，最尾原来本乡猛佢可以话咩？佢嘅精神继续存在，甚至乎咧，佢话其实琉璃子嘅嗰、那个类似灵魂咁嘅嘢啦，其实都原来存在喺头盔度嘅。咁甚至乎佢哋竹野内丰佢又话：我哋仲将佢嗰份咧都抄走咗。咁系咯，即系琉璃子其实都有部分系留咗喺度嘅，可以咁样计咯。佢话抄咗嗰部分走啦，但系本乡猛嗰部分我就 keep 咗入边啊。咁然后跟住你而家就同本乡猛一齐踏上你嘅旅途啦，嗰啲咁嘅嘢咯。咁但系咁讲咧，其实个 ending 啊，或者我见到佢变咗一个新嘅造型，再两个人可以承继，无论琉璃子嘅遗愿啦，或者阿本乡猛本身改变咗嘅一文字准人咧，去做一个新嘅拉打，继续战斗落去，再加上最尾原来揭晓咗，即系我哋一路睇嘅两位所谓政府机关嘅人员咧，佢真系即系一文字准人就话，喂，我都唔系。好成日可以同一啲连名都唔知嘅人合作到噶嘛？我因为佢两个得意啊，问佢话你两个叫咩名啊？佢话：，我哋啲名唔使讲俾你听。我啊，跟住佢话咩？我啊唔会同啲连名都唔讲俾我听嘅人一齐作战嘅，咁好型啊！写文字掌人啲对白全部都系。咁啊，最尾你当系一个即系最强 Easter Egg 就系话原来嗰两位仁兄咧，一个就系立花，一个龙。就是、其實就係初代拉打嘅一個協助嘅好幫手嘅其中兩個，即係兩個好兄弟咯，係兩個好兄弟啊，原來就係兩個。真係重現到無論漫畫版嘅結局又好，或者初代嘅嘢都好，那個結局我覺得係幾 OK 嘅。
结局嗰下正，咁乜嘅成套嘢又咁讲，放到好大，又系我成日讲嗰句咩，攞个最骨干嗰样嘢出嚟讲咧，你最高话佢个格局系叫做老梗啲，或者叫做典型啲。其实又冇咩好大问题嘅，如果你就咁攞个故事架构嘅，所以嗰系一个打败收卡之路，甚至乎揾到一郎，原来就系话要玩 Eva 啦，我玩人类保元啦，类似嗰啲咁样，咁而家就阻止咗佢嗰样嘢，咁而余下嘅一文字掌人就继承佢嘅呢班战友嘅精神继续行落去，咁其实好王道啊，本身个古仔就唔大问题嘅呢方面，我个睇法啊，咁。当然讲到呢度咁都，大家 feel 到我有啲 point 系收埋咗，因为而家大家睇翻画面，咁当然头先我转图咯，今日唔知点解 auto 转图旧嘢，我唔知点解佢唔 work 啊，所以系啊冇办法转图头先啲嘢啊，咁但系而家大家见到画面嘅我会写，因为而家都好多人都用呢个字形容啊，喺坊间或者叫观众角度咧。呢套新蒙面超人可以话都系评价真系用褒贬不一四个字形容到啦，咁啊都可以讨论下呢样嘢啦。我哋系咯，我哋不如讲下啲我哋赞嘅位先啦，好唔好啊？好好好，咁啊，唔系平时嗰日赞咗先，系因为嗰啲嘢多嘢讨论啲啫，唔系嗰样啊，大家冷静啲系啦。真心觉得，因为我出嚟个感觉系好微妙嘅原因就系话。佢有啲地方係十分之好嘅，咁啊第一個必須要講嘅咧就係嗰啲造型，哇！佢嗰件旗套啊、啲電單車啊、大家啲服裝啊、道具啊，我覺得係真係好有嗰種古早味又溝少少現代，即係就本香曼套衫同佢頭盔，佢嗰種咧，即係如果你睇 The First 或者我哋睇藤冈文嗰种一号嘅感觉，即系现代版咧，佢依一套咧系古早味好重嘅，系，但系佢嗰套盔甲啊、条腰带啊，同埋个头盔咧，佢又整得好好。你好似而家画面见，佢有嗰种特摄味，即系唔系完全系冇咗阵味。咁讲少讲，如果大家你话可能平时睇其他作品，即系你例如可能咩，你美漫英雄嗰啲。可能有时佢已经系将嗰啲嘢改到系有阵时系冇咗嗰阵漫画味，即系佢系想走真实向咗噶嘛，有时会。但系佢呢度唔系，好明显系专登要做翻系啦。佢就系无面超人，就系 Kamen Rider， 咁佢有嗰套夹喺度嗰样嘢要俾翻晒你睇翻，但系亦都唔会甩咗以前样嘢，就将个 design 完全改咗佢。甚至乎你睇啲可能制作特辑嗰啲咧，佢哋啲。concept 上本身攞个出嚟，因为有啲设计师们系同阿庵野去一起倾，咁都系一啲大名设计师出完鱼都有份添，咁一起佢哋系数咗，即系叫做各自整咗一啲 design 出嚟，系啊，不如试下呢只方法，呢只方向用边只用边只，我入边有啲真系好 cyber 噶，啲方向甚至乎 design 出嚟嘅造型系超机械感又有。有啲系旧式嗰只，再加啲机械感落去，亦都有。但系佢哋最后拍板就庵野要嘅，都系想要翻以前嗰样嘢。甚至乎有个讲法几有趣，话可能佢哋都系想证明，喂，其实 Kamen Rider 嗰个造型咧，喺咁多年后都唔过时嘅。可能佢有个咁样嘅 concept 喺心入边，就系、是、我都想话俾人听，佢个造型唔过时，我觉得用翻出嚟都系好型。可能佢哋系咁嘅心态、心嘅心情，所以都系出翻呢个 look。咁其实。你莫讲话有啲嘢系可能好似阿滨边美波啊去做琉璃子个造型咧，其实你话佢有冇少少旧年代嗰种衣着嗰感觉？嗰件褛系有啲旧年代 feel， 但系佢个造型可能另外即系成身度打扮个 set 嘢咧，或者个发型嗰啲咧，佢有啲位置你好似件褛你睇话好似有啲旧式嗰只嘅衣着感觉，但系你去翻而家睇又唔会特别。欧地，但又攞翻佢依然，因为有嗰件大褛喺度，所以又有少少旧嗰只感觉咧。其实 mix 得几好啊，呢位我觉得几正。同埋就系嗰个条腰带，再加上咧条红领巾度点缀，再加上少少头发嗰个突出嚟咧，我觉得嗰种味道夹埋咧系整合得好好啊。我即系好难描述。好难描述嗰种系咪叫做真系 red 草嘅味道，我但系觉得成个造型系浑然天成得几好嘅。同埋佢颈巾样嘢咧，因为我谂我哋呢个年代，如果真系好用呢个年代嗰只
唔好叫审美观，但系喺啲造型上嗰时候会睇就谂呢样嘢咧，其实颈巾好似有啲过时，会唔会你都话系标志系 signature 件事，但系点解后来去到 black 嗰阵时候会冇咗条颈巾？其实佢嗰阵时都觉得喂，好似系唔需要有条颈巾喺度，应该有转变。所以我都听过话有呢种说法，去到 black 嗰阵时候就为咗要走另一个路线啦，就冇咗条颈巾啦。咁你而家仲加条颈巾，会唔会喂好似好 odd 咁咧？即系无啦啦变完身有条颈巾喺度，好古怪噶嘛？咁佢而家颈巾度去玩个设定就系、是、阿琉璃子同佢讲，我觉得你哋呢啲英雄咧都系要戴住颈巾嘅，都系要系红色嘅啊，咁样先型嘅。咁样讲，阿琉璃子咁样，跟住就自己攞条颈巾帮阿本香猛绑咗喺上面咁样嘛。咁后来讲翻，原来就系佢阿爸，即系陆川教授，佢话佢之前咧。原来就是话入收卡之前好开心个家庭嗰时候，佢就好中意揸电单车，又好中意咁样戴住颈巾，同埋系红色嘅。佢就有少少系呢样嘢，所以就话觉得你哋啲英雄系要呢条颈巾嘅，就帮佢嬲住。沙乎帮佢嬲住嗰阵，到阿琉璃子真系领佢便当啦。后来同翻本一晚即系个 message 都讲，或者佢自己讲一句说话就系条颈巾同你咁夹真系好啊。佢咁讲话，咁变咗条颈巾其实系一个。故事上面是的，你如果这个年代看颈巾是有些勾的，但是他这个故事上面写了这些对白，这些剧情在这里令你会是挺深刻印象这条红色颈巾。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他是这个兜，又不要用兜字，但是他是将一样我可能会觉得过时的东西，他在这个用到变了你觉得是这个剧情不可以没了这条颈巾，是挺好的一件事。真的延伸多一点呢，我是仲更加之中意佢將條頸巾綁喺英文字嗰度，嗰、個位其實係好好睇嘅，因為佢係破佢洗腦啊嘛，就係話其實 Sokka 將個幸福最大化，但係你人點樣去幫佢反個洗腦咧？就係將痛苦嘅記憶去俾翻你啊嘛，咁佢一俾翻佢，然之後就係話。你頂到的，然之後就係話你，我亦都希望你變成依一個蒙面超人咁樣啦。佢綁嗰條頸巾，其實嗰下係文氣上係做得 O K。佢蜕變咗啊嘛，同埋最後其實佢唔淨止係繼承個頭盔，仲繼承埋條頸巾咁一齊來，先成為蒙面超人一加二噶嘛。最後係啦，啲頸巾係正嘅，啲劇情係。所以你話造型咧，無論係兩位蒙面超人啦，阿彬彬美波啦。甚至是其他怪人，即我就咁谂咧，几只怪人，无论是 C G， 即系好似蝙蝠怪人系重 C G 啦，就算是长泽正美嘅蝎子怪人，去到最尾，例如黄蜂女靓啊，黄蜂女个球盔靓啊，我觉得，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上我自己个人是一般般嘅，就三合一啦，但三合一系。是都算是皮都 OK 的，因为三合一他要做那种东西好像变到很古怪的感觉，即是他的 style 来的，我觉得是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整堆怪人时候我觉得没什么边只不靓。不靓是啊，即是没什么边只。没什么边只不靓。你蝙蝠那只他又真的古早什么东西，蝙蝠那只是。咁啊，就算去到一郎，即系佢无论变咗零号啊，或者是他本身怪人的样子，我都觉得是几好。是。呢样嘢系值得赞啦，跟住嗱打斗咧，呢度好复杂啊！打斗有啲场口我系中意，即系例如一开头森林喺度打嗰幕，我啊几中意嘅。嗰度你或者咁多人个头爆咗咧，咁啊我睇 MX4D 又再喷一嘢咁样，系几有 feel 嘅。你加埋个埋，我几中意嗰种暴力感嘅。咁但系去到后面啲场口咧，就系、是、我哋之后嗰 part 要讨论嘅嘢啦。咁你话？仲有边样嘢中意？成班演员啦，其实成堆演员，我觉得个个都做得好好，即全部都做得好 OK。我觉得成班演员好值得赞。如果你话一睇完咧，我最有感觉系彬彬美波。啊，彬彬美波系做得好嘅，彬彬美波系 OK 嘅。因为陆川琉璃子其实系占个剧情系大半系关于佢。系。即无论佢作为一个改造人，佢点样？去對付 Sokka 啦，即係佢成日講咩？我隨時準備周到啊，或者個人好沉着冷靜啊，或者到中間到之後，佢開始同阿本香曼嗰種合作嘅關係咧，係寫得好好噶。或者佢講翻佢本身同佢阿哥之間嘅感情，或者佢對陸川博士嘅嗰樣嘢，即係一開始就係話，
诶，佢佢死咗，撞咗，唔好意思，我撞支麦 ，sorry， 系啦。即系好似佢讲佢同佢阿爸之间关系，都唔似一个阿爸同个女之间关系啦。开始系系即系嗰一晚就系话你做乜救？你做乜要继续保护我？你做乜救？冇，阿晚冇爆粗，阿晚冇爆粗，冇事冇事。但系佢即系佢嘅一啲点讲，好多嘢前面阿斌斌美波或者琉璃子嘅角色系带得好好，同埋我谂大家即系睇其他作品。你可能有一套佢啊，即系玩到眼泥癫嘅咁又有，跟住有啲普通好靓女啊，好好 OK 嗰只又有，佢呢种就型格咯、啊。今次系佢做得好型咯、啊，我觉得佢系做到前面嗰位，就算喂佢唔系战力最高嗰个嚟，但系啲嘢佢唔使惊你，同埋佢系即系型格嗰度，佢出嚟系好 OK 嘅角色，令到你好记得咯、啊。就算去到之后，无论对付呢一个黄蜂怪人啦、啊，即系虽然佢冇讲清楚啦。但是其实你都看到他跟黄蜂怪人之间的种感情，或者他后面例如 绿头盔那段片、啊嗯、或者他最后的 留言呢，其实都是、写得很好的。是是是是是，即是我想、女主角来说 你好少呢，即是 很老实地说，你好像在拉打作品看到一个女角色还要是女主角写得那么好的。哦，是，还有你说摆到一个女角色咁重要，又唔系冇啊，但系唔系呢样感觉咯，唔系呢个咁型格嗰只咯，我觉得系做得好。咁啊，另外两个男主角我都觉得系唔使讲，但系系两个唔使讲。你话好似阿并本游咁样，佢系做阿一文字长人，我好你佢系个戏份唔系话超级咁多嘅，因为佢系中后段先出嚟啊嘛。但系出亲嚟，你硬系觉得呢个人好型嘅。佢同你讲啲对，佢讲啲对白，可能啲对白又正啊！佢出嚟，你觉得喂，个人好型，喂，个人好鬼好鬼正，好有 feel 啊！觉得好有嗰种浪子感觉嗰种咧，系好好嘅。咁你另外啊，男主角啊，雌雄壮亮咁唔使讲，佢真系做得，佢嗰样初系好沉郁嗰样嘢，就你唔会有嗰种好似维克而克嗰样感觉，而佢真系有好多嘢，佢系喺度谂紧，佢要挣扎啊嘛，即系挣扎紧，系咪应该杀人啊？到后来佢真系谂通咗件事啊，要好咁用自己力量，咁甚至乎去到最后咁样，佢成程都好 OK。其实成堆主演阵容，我觉得真系冇咩边个唔 OK。你去到就算中间嗰啲出得唔多嘅，你好似阿西野七濑咁样去做咩啊？去做阿黄蜂女咁样嗰段，佢演得一般般啦，但系佢个角色又带咗出嚟，或者佢嗰种癫癫地嘅都系做到出嚟，咁即系觉得成班演员做得好 OK。甚至系一郎，我觉得佢嗰种咧，即系因为我唔知系佢系咪舞蹈家，定系阿庵野都想佢做翻蝴蝶嘅嗰种形态咧、嗯。你见佢形体上嘅动作咧，佢系做得好好嘅，好华丽，只有啲位你可以话错。但系佢嗰种错就系要做到好似佢唔系一个普通嘅人啊，或者佢好似系即系好唔同咧，做到好似有啲妖妖地嗰种感觉，好几正我觉得系。同埋我想再特别赞一赞阿雌虫咧，嗯，因为即系第一啦，我完全认唔到佢系当年嘅呢一个fuck up the new world 嘅龙骑啦。系，我都系查翻，唔系嗰套啲嘢好多，我唔系好想记得嘅。虽然嗰度有好多嘢。即係有佢拍得好，有啲嘢靚啊，但係個故仔真係唔得，但係佢喺今次做本香馬，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啊。係啊，係。因為佢有一啲感情，即係例如咧，我喺戲院好感受到佢有一兩幕咧，喺個即係喺度回想翻自己打死嗰啲 soccer 嗰啲人嗰時係不停咁震噶嘛。嗯。嗰種震係已經做緊戲咧，同埋佢點樣去後邊即係成日阿琉璃子成日同佢讲你个人真系善良到一个无可救药嘅地步，你太善良啊！成日话佢咩啊嘛，系咯。但系佢正正系呢样嘢咧，佢同阿一文字喺度互动嗰阵咧，个人咧嗰种性格系好出咯。特别系埋一文字，其实佢同阿一文字嗰啲对话咧，你会见到呢两个人，你虽然变完身好似个样系有啲似咁样，但系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咯，佢两个啲对话一讲嘢，即系好似一个好认真咁样，喂，一文字先生嗰啲咁样，跟住话喂，唔使叫佢咁复杂，一文字好就咁叫咁嗰啲咧。所以佢主演阵容成班其实演员们，我觉得真系冇乜嘢套嘅，即系真系成班都大家俾晒 good 嘅，好正。咁其实我亦觉得赞嘅主要都应该呢啲啦，其他啲都可能系。
動作上就多嘢討論啲啦，可以話。係啊，故事其實都 OK 嘅，即係佢探討有關。故事 OK，OK。同埋嗰種不幸，即係你好似阿本香曼阿爸咁樣，就係佢為咗救一個佢完全唔識嘅人，就俾人殺死咗啦。係係。但係本香曼嗰種掙扎就係我擁有力量，我係咪可以做到同我爸一樣咧？咁例如阿琉璃子講嗰種，即係佢同佢阿哥之間嘅感情，或者佢理解阿哥想做啲乜嘢，但係佢都唔認為嗰種係最終可以嘅方法。其實呢啲故事嘅一啲點咧，我係覺得 O K 嘅，係啦。所以呢方面或甚至乎可以話係文戲嘅嘢咯，我覺得係好好嘅，係好睇嘅。咁係啦，我哋不如討論一下一啲重點啦。我諗可能好多聽眾都好想我哋討論下一樣啊。動作嗰方面，大家見我頭先主要都話有某啲場我中意啊。咁動作都係而家呢套電影啦，點？解会变咗喺坊间评价都可以话几褒贬不一嗰样嘢嘅主因之一啦。如果话系动作嗰度，咁因为而家可能大家睇拉打，咁你都系 expect 翻一啲好，即系咁讲好似好古怪啊。但系你又明我讲紧咩？我谂深信大家，你 expect 翻一啲好拉打式嘅打斗，即系当然你唔好去到啲真系。最唔 OK 嗰啲場口，俾啲完全核鬼特 CG 你嗰啲，就唔係 expect 嗰啲，但你 expect 嗰種可能有啲架式，或者嗰樣打可能有陣時係點講咧，即係好有，我用呢個字先啦，套路啊，就係、是、可能有好有套路，喂，即係佢點樣嗰班人圍過去，佢點樣打，可能你依次個拉打係暴力啲嘅，即係佢因為有種好似控制唔到佢嘅力量嗰只嘅暴力啊嘛，你又每嘢轟落去都轟得勁啲，或者好似就係一開頭喺個森林度咁樣去。呃人哋头落地一嘣一声爆开咗嗰啲，可能 expect 咁，但系我谂大家都 expect 系拉打好多，可能你皮套上身上阵去打嗰啲咁嘅嘢，对策多啲，或者可能你打大佬入边，最后点样打到佢好弱嗰阵时，大家一齐啊双重风雷电咁样去就踢爆佢啊！大家可能都系 expect 呢啲位，咁但系而家呢套戏某程度上咧，佢唔系冇，但去到啲重要场口，甚至乎最终决战咧都唔。唔系咁样嘅，或者佢啲位有弱军位，即系用 C G 去打晒，即系好似一号对二号嗰幕，你系麻麻噶嘛？我记得系嘛？佢嗰幕好 C G 噶嘛？一号对二号嗰度系。我点解睇完呢套，或者到而家我都觉得呢套嘢好难评论，或者有时系好难搞嘅原因咧？好似系咁讲，我有啲朋友咧系睇完出嚟之后系屌鸠，即系同我喺度屌鸠到系屌鸠咗两个钟。佢系个两个钟啊，闹钟系个零两个钟啦。佢系嘥鸠佢时间。哦，就系、是、其中一样嘢，佢屌得最劲就系动作啦。即系第一，我同你应该都还可以，即系第一场嘅打蜘蛛怪人嗰样嘢噶嘛。啊，蜘蛛怪人嗰个我几 OK 嘅，我几中意。系其实咧，你喺蜘蛛怪人嗰度咧已经睇到，即系我嗰阵时个感觉咧就系、是、啊，你剪得咁碎。啲畫面咁，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突然喺前面出現啊、嗯，或者係一拳摸落去，佢已經係影去棵樹度，然之後就潑啲血上去啊。咁呢啲係好致敬，或者我嗰時仲諗啊，你係暗夜想重現翻當年嗰種嘅剪接嘅，咁我 OK 嘅、嗯。就算係碎啲，或者就算你見到個蜘蛛怪人喺度閃嚟閃去，飛嚟飛去，然之後見到即係好浸曬 shot， 好似為佢剪唔埋嗰兩個鏡咁嗰只 feel 嘛。但系嗰度都仲有 feel， 因为你见到啲打咧，或者对策系有一个点讲 system 喺度啊，或者好似咁讲有一个，或者佢用佢哋个 term 就系杀阵啦，有一个杀阵喺度，个大家都系练咗，然之后点样去呈现个画面嘅，即系或者好似系一 set 嘅动作，或者有几种嘅动作方式，跟住就你点连埋呢 set 嘢就。好似做咗场剧出嚟咁样，就演晒嗰一程出嚟，嗰只咁嘅感觉咯。如果睇翻啲制作会嚟讲翻，系啦。但系逐渐一场一场战斗之后咧，又发觉喂唔对路喎。即系例如蝙蝠怪人咧就都还好嘅，因为嗰度佢系 CG 打斗为主啊嘛，嗰段。即系佢就要飞走，然后我就飞到高一高踢翻你落嚟。咁嗰度我 OK 嘅，蝙蝠怪人就系咯，都中环 OK。但我开始觉得好奇怪咧，就系黄蜂女嗰段啦。系，因为一开头都仲，因为好似系重现原作剧情，佢真系喺个天台度冇同班揸武士刀嘅两位角色喺度打噶嘛。嗯，嗰度都 OK 嘅，即
即係你見到啲畫面有啲碎啦，但係見到啊，無論啊本香猛或者係幾位演員啦，係啦，幾位演員都有打啦。然之後真係啊，真係要話啊，黃蜂女就係話我吸咗人哋嗰啲生命能量之後，我就可以同你個 level 差唔多啦。突然咧，佢又轉咗一個表達手法喎。佢變咗咩咧？佢變咗即係我雖然都事前知啊，但喺戲院睇個感覺真係好震撼啊！嗯，佢係 Flash 嘅，即係 TV 版 Flash 嘅特效，即係佢好快啊嘛！閃電俠啊 ，TV 版閃電俠啊，係啊，即係佢又唔係好似閃電俠咁樣咧，係好快咁移動喎。佢係用一個 PowerPoint 形式去表達俾你聽，佢兩個不停喺度打緊喎。係。嗰啲位可以话系大家睇呢套戏应该系最唔想见到嗰种情况嚟，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好多人都唔想见到呢样嘢。真系如果你好似我哋睇电影版对 Flash 你嘅 Inu Ethan Miller 系不停咁喺度走嚟走去啊，或者神速嘅表现啊，但系呢一套唔系咁啊，佢系一个我哋成日喺特摄 level 见到嘅 CG 都唔静止啦，佢系用一个定格一格格格格格嘅方式。我真的在看 PowerPoint， 然後我在想，其實我覺得你之前在詹姆士都在打的感覺還實在一點，因為那裡詹姆士都那裡是你，我想接著這裡會越來越矛盾，有些東西因為那時候我是觀眾就覺得你武士刀那段我還看到一些對策，或者我看到對方想做些什麼，然後本香猛怎樣去頂住，跟著怎樣去反擊那些東西，或者我哋可能其实平时可能节目或者其他节目都系会咁讲，大家成日话一样嘢，我好中意用个字啦，就 booking， 即系几件 book 呢件事，就系你点样去安排嗰个动作场口，系一开头做啲咩，中间做啲咩 ，end up 做啲咩，或者中间可能大概对方你当系可能攞把剑系咁对住斩嘅，佢要避开几剑，跟住隔咗两剑，然后反转去劈翻佢，咁可能系大家谂啲流程嘛，咁点解？有啲好似冇呢啲流程咁样嘅，即系好似嗰下都好似大家唔知道大家想做啲咩咁样嘅感觉。有时就开始黄蜂女定系几出嘅就系、是，系咯，好似佢哋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跟住后来就揾 C G 就索性话佢两个打咗咁样，嗰下有啲 odd 嘅，咁仲谂喂系咪呢度有啲嘢做得唔好，或者嗰下系咪佢哋啲制作上有啲咩问题咧？咁但系嗱呢个先可以叫埋个关子先，原来呢啲嘢。不是他们的什么做得不好卸了做，又或者不是什么他们搞恶了，所以或者不够镜要专门搏这些镜出来用样，原来这些东西某程度上才是暗夜寿命在这套戏想要的东西，都是而且很矛盾，是的，那这里我稍后可以再讲，这个买关子先，为什么是他想要的东西，再讲一些动作长数下去就越数越多东西可以讲出来的，是即系虽然系咁讲啦，但系黄蜂女嗰段，我 OK， 我当系一个，因为前面嗰个劈咗一轮嚟啊嘛，系前面又劈咗一轮啊嘛，当系嗰段系你嘅方式去表达一个好快速嘅战斗，同埋其实嗰段嘅剧情，唉，又算啦，即系佢系由军机上面打落嚟打爆 server， 然之后再上天台打，咁然之后再先去到最终嘅快速战，亦都用 rider kick 嚟做一个结。到最尾政府人员出嚟逼佢嘅，我都还可以接受到嘅，我当系一个特色啦，或者同埋始终佢前面揸武士刀嗰段系令到我觉得喂，咁你嘅前面都做得几好啊，后面收个尾争啲啦，嗰节戏我咁谂啦。咁然之后就应该系可以数跟住一号对二号啦，要讲呢段啦，一号对二号就你系几麻麻噶嘛？我个感觉系真系好麻麻嘅原因就系、是。喂，一文字准人对本香猛、哦，佢企喺个工厂嘅地方嗰阵，两个系企喺度，对白又好啦，或者咩都好，其实你系即系都好预佢哋有一场大战。即系讲笑咁讲啊，我唔知未必系咁拉埋讲，但系你嗰两度去到一号打二号咁嘅位置，你应该系唔系又有些少好似俾到咩 Bat 身最后两个又喺度嘟嘟嘟嘟咁喺度，嗰两个喺度影完。就阿 Shadow Moon 对 Bat 身咪两个揼揼揼揼揼咁样揼啊，两个一样力量咁样嗰啲噶嘛，系咪？应该挂争手嘟嘟嘟嘟咁样嘅啫嘛。咁结果佢就唔系嘟嘟嘟嘟俾我哋嘅，揼几下，大家飞上半空中，
然后在半空中度逢招逢招逢招踢嚟踢去咁样，仲要嗰下都踢到，其实你几睇嗰系两嚿 CG 喺空中度飞嚟飞，心话乎，因为啊，即系而家啲拉打有时我就觉得啲 CG 多到好似攞 CG 撞 CG， 就有时会有啲冇 feel 咁样啊。佢嗰度就系嗰样，某程度上大家未必需要嗰样，就喺个半空中飞嚟飞去撞嚟撞去咁样，就唔系佢两个自己喺原地。我谂住两个原地讲笑咁讲，你好似喺。八角龙咁样啊 ，Elon Musk 对阿朱希伯格咁样，应该系两个咁喺度打 MMA 噶嘛，谂住两个系咪？点知佢两个揼两嘢飞咗上半空踢，跟住就喺度 CG 飞 CG 咁样，就几 odd 嘅嗰下，我觉得都嗰下 odd 嘅地方就系咧，两个人喺地下度，佢有啲即系喺个工厂度走嚟走，佢系有实际个演员喺度走嚟走去噶嘛，连到皮套。然之後，我原本係話啊，你係咪喺啲依啲咁嘅窄空間喺度打，其實都刺激啊嘛。嗯、但係佢又唔係喎，佢突然跳起咧，突然咧，我諗起咧，好似當日睇依一個龍珠 set 咁樣啊，悟空對思路咁喺度打嚟打，即係嗰種對策嗰種係真係好似嗰種咁嘅咧。我想去防防防防，但係你龍珠你係下面打咗輪，即係上去打一輪，我哋講笑咁講叫龍珠拳嗰只咁嘅打鬥喺個上面。做一嘢嗰啲咁嘅嘢，跟住再落翻嚟再打噶嘛。甚至乎我嗰时会谂到系，你嗰都系话攞咁多 CG 嘅嗰阵时，因为你系攞 CG 做系唔系一定唔好？其实唔系，即系正如我自己系牙狼 fans， 第三季嘅牙狼咧，佢因为系嗰季话明系要试新嘢，大家知佢系要试不断用啲打斗场面都系用 CG 做，但系有一段佢全最多系 CG 做嘅。有一段是阿苍田宝昭一个人挑三个魔界骑士，咁当然阿苍田宝昭佢唔系用 CG 整啦，但或者佢有其他位都好，你哪怕嗰啲人系 CG， 甚至乎先见两个都系 CG 嘅角色喺度打嗰阵时咧，你中间会有个过程俾我睇，就系佢两个点打点样打点样打点样反击点样对策噶嘛，但而家就系冇嗰啲，总之飞身上去两个 CG 咧，就真系龙珠拳，龙珠拳落嚟企翻喺度讲对白，讲完对白再弹上去踢两脚就龙珠拳，跟住落翻嚟咯。佢而家就系咁样讲，哦，真系你两个又唔系冇打，你两个跳过上去喺龙珠拳一轮咗，跟住或者你两个喺度踢嚟踢去咁样，你哋做咗好多嘢，但系点解有时我觉得你两个好似冇打嘅咧？我谂好多观众嗰下应该有呢个 feel 噶嘛。同埋佢个你龙珠对打系 OK， 因为佢两个都系蝗虫怪人啊嘛。系系系。就算是一个表现他们打到是真的是要去到这个 level 的，他弹跳力很劲的，或者他啊其实他补完了，就是说他们 Wider Kick 其实是后面有少少粒子的喷射去令到他做 Wider Kick。但是个问题是你觉不觉这一段其实个时间是很短的，这段时间都快的。是啊，我觉得都算快的，都算快的。他两个一号二号开通，我以为会是打得再劲一点的。佢系打打下，然之後就已經又去翻嗰個工廠嘅地下。阿本香文就俾人打斷咗只腳，又三合一怪人又出嚟就俾隊人小煙嗰啲咁嘅位置，我就但系又咁講，後來跟住阿一文字去打三合一嗰下咧，講好似即溶咖啡咁樣，去打三合一嗰下咁樣咧，佢打幾下搣斷到佢個嘢，咁樣嗰啲位置又唔係話真係好差嗰下，但係。总之去到全 CG 位，大家会觉得会好似争啲咯，变咗嗰一号对二号嗰场，其实真系唔系好得嗰场，即系你俾唔到嗰个大家期待嗰样嘢嚟。讲笑咁讲，佢而家有啲似嗰啲以前睇 WWE 嗰啲咩，哇！你场咩 Dream Match 咁住两个上去打餐懵，点知两个互出咗几下 finisher， 跟住啊三分钟就收咗档，有啲观众喺度企起身想叫回水，有啲似嗰样嘢，而家系好可惜啊！我觉得嗰样系。我都算啦，我当赶时间啦。咁啊，佢已经系去到依一个零号最终战啦。啊 ，sorry， 令我最终战之前咧，其实打入去嗰仲有一段嘅，我专登头先冇讲到嘅，系有一段嗱乜乜零号，虽然话啲敌人 boss 成日都坐定定喺个总坛度等你啦，但系咧你入去都要经历少少嘢嘅。咁日本啊嘛就系揸架电单车入去，跟住啊一郎系话，哼。我呢度仲有一堆都系同你一样嘅蝗虫改造怪人啊，跟住派咗一堆嘅同你一样样嘅啲叫蝗虫怪人出去同佢打，其实就系应该系致敬翻原本好似有段系咩成堆叫做假嘅拉打出去围佢，顶住佢又去打佢咁样，好似有段咁噶嘛，我记得。咁啊，总之又就系同佢一样样嘅，就都系揸架电单车
就同佢喺个隧道度激战，咁当然后来就阿一文字准人都系帮手嗰啲咁嘅剧情啦。咁而隧道激战嗰幕都几多讨论嘅，因为有两类啦，有一类讨论就话，哇嗰段真系全部都系 C G 玩咗佢，估唔到啊，即系好似会唔会大家谂住应该呢段我睇 Kamenrider 应该啊，你即系因为你呢个系。讲是古早味或者叫做攞翻以前回归原点嗰啲，咁谂住应该真系真打咁打咗佢，唔系成集 C G 揼 C G 嗰啲啊，依家而家嗰啲会成日用嘅方法啫。佢又真系成集 C G 喺度同 C G 车同 C G 拉打喺度，大家撞嚟撞去，飞嚟飞去，开枪肥咁样。咁另一样嘢就系佢嗰度咧，都有啲朋友话喂，喺长度睇嗰段好似有啲黑，嗰条隧道又黑，佢哋个个件衫黑咕噜噜，净系只眼着灯，咁就好似睇唔到。咁我沙田嗰间 IMAX 睇我啊，唔系 IMAX 先 ，MX4D 我嗰个场睇就好似还好嘅，即系我嗰个场睇唔知佢嗰样嘢我叫望到，但系好似有一啲戏院话喺嗰个场次度，嗰、那个喺嗰黑度真系几睇唔到嘢，但系我睇嗰个地方叫做望到下咯，系咯。我睇嗰场咧，我系真系唔系望到好多嘢嘅啫，我个印象系咩咧？我印象系乜嘢咧？就系啲灯啦，因为你的眼啊嘛，眼咧就真系发光噶嘛。第二咧就系嗰班 soccer 嘅 rider 咧，全部揸枪噶嘛。咁嗰啲机枪嘅火光我睇到啦。或者仲有一场咧，就系喺中间嗰条隧道穿梭嗰阵咧，你系隐约地见到嗰啲货车定唔知起重车嗰啲咁嘅嘢。我是唯一依三个印象，你中间打嗰啲乜嘢咧，系暗到我睇唔到嘅。但我有啲唔明白中间嗰啲搭喺度嘅车咧，我谂个人唔系本香晚搭定喺度咁样去等佢撞，佢又唔系。咁后来有时我都唔知点解有时会撞到我嗰啲，有时又撞唔到我嗰啲，因为始终嗰度啲动作或者场景 design 嗰个有啲古怪嘅嗰度。因为我其实再好努力咁重想翻，其实入边有啲咩嘅打斗过程咧。我只是記得應該有幾一幕是阿一文字和阿本香晚捉住啲拉打是成個側落地的，或者是有拉打噴水，成架車佢哋咯，嗰個碌撞鬼佢哋咁樣咯，好似係。但係明明依一啲場面是刺激的嘛，亦都係咩？喺我喺戲院度，我是 process 唔到啊！我個感覺是我人生中都睇過一啲咧。无论剧啦或者电影都好咧，系暗到我睇唔到佢做紧啲乜嘢嘅一啲场口嘅，包括啲咩咧？最著名嗰几个我睇一睇，呢、這个权力游戏最尊贵嘅呢一个最终战嗰度啊嘛，好似系嘛？我记系其中一个最终战啦，就系、是、呢一个 Night King 咧，俾其中小艳啊嘛，小艳嗰一场咧，你系暗到睇唔到佢系做紧啲乜嘢嘅，或者就系呢一个我哋好尊敬嘅茶道。查到咧，成日都拍啲咧，即系暗到你睇唔到嘅畫面。但系咧，如果你係比起上嚟咧，我覺得今次拉打嘅我睇嗰個場次啦，嗰下嗰個暗嘅程度係不相伯仲嘅。因為你話係咪唔俾暗？唔係，即係我明喺暗入，即係個好黑暗嘅環境嗰度去打咧，係有另一種風味嘅，或者另一種刺激感覺俾你。咁、如果話好嘅例子近嚟，我覺得咪。閃光之海殺位咯，閃光之海殺位佢兩段，即係我有 friend 係唔中意嘅，但係我睇就唔覺得話暗到睇唔到，我幾中意佢係有少少，喂係暗噶，但因為佢哋嗰陣時揸啲 MS 喺度打咧，你有唔係好似你玩咩 Ace Combat 嗰啲咧，玩夜戰嗰啲位啊，佢係有嗰種 feel 俾我，咁佢有啲位就話有一段就有啲扭喺度，你會見到有啲光喺度，或者啡咗某啲有啲嘢著緊火咁樣，又有啲光上嚟，嗰度我幾中意，或者最尾嗰段咁樣，你好似要大家唔知咁樣先 lock 到敵人咁樣嘢，黑得嚟可以正，但係佢度黑得嚟我又睇到嘅，我可能我嗰個場次就佢嗰個可能個 setting 問題咯，我睇到嘅。但你话系咪超级咁清楚就唔系，我只能够答你睇到咯。你话嗰度好唔好，我答唔到你好定唔好，我净系答到你我睇到咯，我睇到嘅。咁如果你光翻啲俾大家睇就更好噶啦，系咯。因为你 CG 你要去，我唔系排斥 CG 啊，即系其实你 CG 打到都可以做得好睇噶嘛。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嗰一场嘅光源咧。或者我看很多人去、即分析一些好的 CG 打鬥，是 你要看到那個重心在哪裡，
或者你要睇到 focus 喺邊度。但係一場咧，我唔知係佢想特登真係要做一個，哇！真係喺一個好幽暗嘅環境，佢哋都可以打得咁勁嗰種感覺啦。我出嚟嘅感覺就係話好亂咯。即系我唔知 focus 你嗰个场口嘅边一个位啊，同埋佢嗰度 ，sorry 打断，唔好意思，因为嗰度仲有一个问题系咧，我事先声明啊，我还好嘅呢套戏，其实我系，但系我必须要攞一个例子嚟俾大家耳明啲。喂，大佬，佢嗰度咧真系有少少天机富春山居图八三打八三咁啊！佢嗰度成堆你个场景，即系仲大镬系天机嗰度咧个图书馆就好 Q 光嘅。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刘德华、王东、大卫两个都是要穿个白衫在这里，我就不知道谁打谁，或者去天机第一幕又是黑衫打黑衫，他这里、是像天机第一幕，他那只黑衫打黑衫是鸟哥那只眼发光，可能你从那些光分到谁打谁，那真的很难分嘛，不是你那个场景又暗，他们的衣服又暗，跟着东西又暗，那变成那里我其实我叫睇到大概系咩执咗人落地嗰啲咁嘢，但系其实唔系超级咁清楚咯，所以佢真系变咗黑衫打黑衫嗰只咁嘅感觉，其实系几唔 OK， 嘥咗一个大战场口啊，浪费咗场口啊！呢一个系阿一文字同埋阿本香曼两个人首次合作哦，系啊系啊，你系应该。俾我睇到佢哋即系两个威力合作对付依十一定十二个拉打嘅嗰个对战，但系嗰度系真系，我觉得系有少少泄气，即系我喺戏院睇咧，我系要之后出咗嚟，慢慢去回想翻，有一啲片段啊，系真系打落去系得嘅，但系我喺戏院系我感受唔到依样嘢，我净系睇啊，究竟边度打边度咧？你组织紧边个系本香曼，边个系一文字，同埋边个系人哋个边个啲拉打？我觉得系好可惜嘅一样嘢咯。我即系我有啲朋友即系插得最劲就系依一度咯。系嗱，咁但系呢度又俾我卖多次关子啦。其实咧，应该咁大家谂，喂，会不如真系？嗰十几个都系着皮套，跟住就同翻都系着皮套嘅一号、二号打咪仲好咯，唔系冇拍到嘅，应该系有拍到嘅。咁点解冇用呢？留翻后面啦，我系差唔多讲到嗰度噶啦。咁我而家讲咗一郎嘅最终战嗰度啦，系啦，先至声明下，我觉得一郎咧成个处理咧，我系 OK 嘅。即系由阿琉璃子点样去计划啊？一开始例如即系啊，对唔住，黄松浩成架电单车飞过去就爆咗去黄座咧，到点样去逐步同佢打，去到说服佢，去到最终战嗰个结果咧，我都 OK 嘅。但系咧入边有即系你将啲嘢文字写咗出嚟咧，就冇问题噶嘛？你如果将嗰段嘢好似跟啲咩 translate to text 嗰啲咧，你系。你是将那段文字讲晒，佢剧情上是没问题的，啲嘢全部都是，但是一系打斗就好多细位同埋打斗位咧，我系完全唔明点解要咁做咯，即系喺嗰刻啊，我而家嗰刻唔明，而家我系知点解嘅，阵间会讲埋嘅。咁例如嗰阵时最初去入去个方法就系佢哋首先整两架电单车就过去撞爆咗佢嗰个王座先噶嘛。咁你可以讲下一郎，即系你叫蒙面超人零号啦，可以话系撞爆咗佢个插苏啊！你当佢系部 MacBook 嚟啊！你撞爆佢插苏，而家部 MacBook 就佢劲还劲，但系就冇得再充电噶啦，佢用晒就冇噶啦，啲嘢唔系无限能源噶啦，而家唔系插咗插苏噶啦，你咁样计啦。咁你呢度我仲 OK 系啊，但系跟住佢哋之后打就啊零号就不断，你可以当系用啲如来神掌去轰佢噶嘛。用啲如来神掌攞个能源轰落去，咁样轰落去，攞啲能源轰落去，咁样不断打到佢两个内伤，咁样用掌啊运有运劲咁啊轰佢两个，咁嗰度都我觉得都唔系唔得嘅，即系你会见到阿零号嗰个力量系好绝对嘅，某程度上真系好劲嘅，咁咪可以啦。但系有一啲位我越嚟越觉得古怪，因为跟住去到某个位咧，突然间零号咧。咁虽然话你知道佢系好似断咗电嘅 Eva 或者冇咗插苏嘅 MacBook 咁样，但系佢嗰下冇电咧，好似好突然啊！即系好似小朋友咧，即系呢个 moment 玩得好开心，下个 moment 突然间瞓着咗啊！佢系似小朋友嗰样嘢，突然间好似突然间弱化晒咁样，突然间好似唔知做乜咁，跟住就同阿本香马
打得叫做爭啲啊！即係當然佢有下整串啊，一文字對手嗰下型嘅，嗰個有逼力嘅。但係諗住佢同阿本來買啲打鬥我嗰位好奇怪，做乜事？你我打到碌嚟碌去，佢哋又唔係碌到話好似人哋真係咩 MMA 嗰啲喺度打到落咗地下一個鎖啲佢，又唔係嗰種喎。但系两个好似冇晒力咁嘅，即系好突然地冇力嘅。你话本乡猛冇力，我仲明啊嘛。但系一郎系冇力得好突然，好似突然间收到 order 你要冇力啦咁样就冇力。然后两个喺地下佢碌下碌下，点下点下，仲嗰个 moment 我望到系，喂，点解好似嗰两个演员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我嗰刻真系咁谂噶，我觉得好似佢两个唔知道自己动作要做啲乜咁样。即系正常应该话，你嗰个位去打佢一锤，佢嗰个位就挡嘅，或者佢俾你打中，佢打翻你咁样，可能系咁样搏噶嘛。唔系，两个好似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有时候有啲位咧，净见两个喐啲位，好似唔知系喂我搭你啊，定你搭我，定系我去飞你出去，定你飞我出去。有时候有少少呢啲 feel 俾我，即系如果。因为特别我自己又中意睇摔角，我一直觉得好似两个摔角手，有啲人话喂啲差啲个摔角手咧，佢哋唔知道自己个 moment 要做咩，两个企咗喺度度位啊，或者两个企咗喺度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喺个 ring rush 嗰啲咁嘅嘢咧，直情好似佢 moment 咁，我觉得好鬼古怪喎，做咩事两个好似唔知道自己要搞乜咁样啊，跟住点啲嘢，然后最尾就都系搞掂啦，就攞头盔笠翻落一郎度咁样去咩啦吓，咁。嗰、那个喺你嗰时睇，唔系都觉得古怪噶？我觉得个点线面系三方面都好怪咯。怪嘅原因就系、是、我成日讲微妙咧，就系、是、有啲点咧，我觉得系好好睇嘅嗰场。有啲咩位咧？即系啊，佢两个咧俾人推到呕晒血嗰阵咧，连头盔都甩埋嗰阵啊！一文自问啊，本乡猛啊嘛，你有冇睇噶？梗系有啦。你而家先讲。即系嗰下系见到一文字嗰种风趣啦，同埋你都见到咧，本乡猛喺嗰下咧个性格系因为一文字系有少改，咁呢啲系 O K 嘅。系或者一点，例如阿琉璃子留俾一郎嘅嗰段片，其实系 O K 嘅。系或者一郎点解到最尾话我都明白，但系即系最尾我有咁嘅决定。同埋佢坐翻喺个王座上面咧，同阿本乡猛一齐走咧系 O K， 但系啲线咧就好似系咁讲啦。第一，我喺戏院嗰度系好唔明咧，点解个镜头系咁样嘅？即系佢哋两个地战我 O K 嘅，因为嗰个地战我有一两成系明白佢系想拍一种真系两个都筋疲力尽啊嘛。我觉得有少少似咩咧？嗰下我系啊，你系咪想拍 Kuga 同阿零号最尾嗰场？啊因为 Kuga 同零号最尾系冇好实际打俾你睇，但系佢都表现到啊五代系打得好用力啊，或者系好伤嘅咁样。咁我谂紧系咪佢？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佢好似系用第一身啊，我唔好记得系用第一身定用一个好好。知佢有啲古怪啦，呢度会系啦。个镜头系好古怪嘅，而同时咧，因为佢要讲对白噶嘛。但是很多時咧，佢哋兩個嗰個身影咧，係擋住咗佢哋個發聲個位啦，或者佢哋嗰個因為要攬頭攬頸，然之後喺地度喺度掙扎咧，你好多時係見唔到佢哋兩個嗰個形體動作係點樣，係攬埋一嚿嘅。咁我喺度不停咁諗，究竟係發生咩事呢？我睇又睇唔到，即係你如果你話最終戰咁樣去做咧，我覺得係怪嘅。嗯，啊，當然我係。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進入了一個套路，就是話我睇拉打電影，你最終戰，你前面打到咁，你隧道戰打到咁，係唔係最尾戰都係應該打到飛，即係蘇科傳統嘅拉打電影咁打到飛起咁樣咧？我甚至乎嗰下咧睇完嗰個最終戰咧，我喺戲院我嗰個腦入邊啦，我即刻攞咗个例子同佢比，我觉得喂你唔够人哋嗰边好，我即刻个脑攞咗 Batson 出嚟比咯，因为 Batson 最后 Shadow Moon 对 Batson 嗰段系近嚟我都叫做几中意嘅一段最终战啦，沙弗嗰段系佢打斗个流程，我觉得好，即系当然最尾收嗰下有少少急，即系唔系急嘅嗰下，我啲突然咧估唔到系嗰下咁样收佢皮啦，但系沙弗佢两个嗰个文戏上边咧。都是几感动的那段，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个最尾系咯，即系你比下去，好像都近嚟，如果是叫做非传统东影嗰个体系制造出嚟的拉打作品，你都是最终战，好像同 Batson 比，你比咗落去，人哋那边真的扎实很多。
咁会咁谂咯。我嗰一睇就有呢个 feel 咯。咁我不系咯，就系话究竟系咪暗嘢想表达系有啲唔同，即系唔系我哋当年睇《The First to Next》咁，真系最尾哇 double ladder kick， 然之后就爆炸咁就完咗嗰种咧。咁我喺度不停咁谂嘅，就系因为佢最终战其实讲嗰个文戏系 OK， 但系嗰、那个嗰、那个嗰样嘢好似系。俾成個場口嘅設計同鏡頭拉低咗，即係我唔係唔明一郎最尾點解會有咁嘅感悟，或者佢捉啊，我明白啦，原來阿琉璃子你想講係依樣嘢。係係係 ，catching 上冇問題 ，catching 上冇問題嘅真係。但係你嗰刻個人都未諗到 catching， 你仲覺得啊，點解兩個點完一輪之後咁樣就完嘅？嗰刻你作為觀眾，你未消化個catching嗰度先嘅，你係諗咗乜動作搞到咁嘅嗰段。咁样两个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咁嘅，好似作为一个动作片，我唔知系科研咗一个 stereotype， 就系我对于拉打有一定程度上嘅预期，即系、啊、最尾诶、会系一个大即系、就是、大战，即、就、系、是、大家喺度打，即、就、系、是、无论打得好唔好啦，都唔系净系话拉打嗰个期待啦。你对动作片你都 suppose 两个应该最尾唔系。咁样咁可能我都有种系特摄，即系我嗰位都可能你我预你为你 back 身对 Shadow Moon 嗰幕打到咁喎，应该系咁样咯。咁佢都唔系攞嗰样嘢出嚟，咁样就话乎都系嗰日啦。大家有种感觉啊，我有一种感觉系，哇！嗰两个演员点解喺落地啊？武力嗰阵时候你武力，因为你武力都有种武力嘅打法噶嘛。即系正如我中意睇日摔嘅，日摔有时咧两个选手打到冇晒力，因为都系嗰日摔角佢系有个 script 噶嘛，大家知道职业摔角嚟计。咁有时佢哋或者有啲套路佢都识做，就系两个都打到冇晒力咁就系啦，未落过去最后出 finish， 两个有时跪咗喺地下度咧冇晒力噶嘛。嗰阵时两个都系喂，我见到前面呢条友喺度，我都系要打。打啊打低你嘅，我都系要湿你嘅，即系我都系要揼你噶，甚至乎有时好似好愁咁样，两个就算跪晒喺地下倒超唔够力，爬翻上嚟咧，都继续喺度揼对方啊嘛。可能一个揼完一嘢，你冇你点啊顶得顺啊你啊，跟住对面嗰个我仲未死嘅，再揼翻个两个互揼噶嘛，仲喺度。我觉得唔系应该要做呢啲嘢嘅，即系谂话你应该套路上你会识做呢类噶嘛，冇啦又唔识噶嘛，点解嗰好似两个都唔知道自己做咩，系咪即系连动作指导嗰下都唔知道佢两个做啲乜？咁嗰个仲谂点解会收货嘅咧？会咁谂噶嘛？即系大家谂。正常应该导演用暗嘢嚟，咁中意特摄唔系应该即刻喂大佬停、啊，你两个唔知道自己做啲咩，你谂呢样嘢噶嘛？咁当然而家咧 file 到，咁睇完嗰个好迷啊，大家好迷啦。沙乎我估阿南哥你之前睇完更加迷啊，我又应该有少打咗底，因为你同我哋讲咗，即系同我讲过话，喂，即系睇完之后咧可以再去睇多一个特辑嘅。咁我哋而家播嗰度讲啦，因为咧，如果大家睇呢套戏有时候有啲疑问咧。是可以去找多特輯看，就不难找的，甚至乎你找到有字幕版的，不过就不这个场讲了，有什么就吹水区那里再问再给即是 keywords 啊。总之呢有个是 NHK 拍的纪录片，就是讲这套新蒙面超人的整个制作，直情是由初初度紧桥啊，谂紧啲即系好 brainstorming 啊，即系谂啲 concept 阶段嗰阵时开始咧，就跟住去拍到呢套戏系去到真系杀科嗰一日嘅。咁啊，佢直情系咁样拍嘅。咁而佢嗰个制作就系咧，佢因为唔系个电影公司自己揾，即系唔系即系嗰个 crew 入边揾个人去帮我拍完之后咧就收录翻喺个 DVD 啊 Blu-ray 嗰度，就唔系嗰样嚟。佢哋 NHK 拍，真系人哋 NHK 拍开度桥嗰啲去拍啊嘛，佢就系拍个度桥记录呢套戏，所以你入边啲叫做我唔知有冇用，我唔用好与唔好呢个字啦，即系入边一啲叫做你可能觉得哇都好似几濑嘢，或者喂原来有啲咁样几有，即系中间都好似有啲风波，嗰啲位佢都会摆出嚟。咁啊，因为呢套咁样你发现咧，嗰、那个 documentary 好有趣，前面最初喺度构思嗰阵时咧，咁啊。就大家都啊喺度讨论紧个方向应该点啊，甚至乎可能同阿庵野讲咁啊，庵野都话喂有啲嘢都想 keep 翻喺个啊，即系叫做有啲经典嘢都攞翻出嚟嘅。咁啊，而当中呢个 documentary 讲得最多，后来用得最多篇幅去讲咧，就系大家点样去看待或者点样处理啲打斗位啦。咁啲打斗位原来咧最初倾嘅时候就话，咁系咪用翻以前去啊，即系最初代嗰阵时候。
佢哋其实初代系有一 group 人，我冇记错个名我就一时醒唔起啊，我一间查翻啦。咁总之去到最初嘅时候，有一 group 人就系做开啲你当系剑嗰样嘢嘅，佢哋就系会做个剑阵或者做个杀阵出嚟，就系佢哋嗰 group 人就好叻做杀阵噶啦，就系佢哋杀阵成个打斗佢哋完全安排晒噶啦。咁啊，最初即系佢哋嗰 group 人落去咧，可能啲战斗员连嗰啲怪人。连 Kamen Rider 几个都系喂佢成 group 嚟嘅，咁我哋呢班人杀阵，我就搞掂晒噶啦咁样。咁最初佢仲喺倾话，喂，其实咧，我哋系咪都系 base on 翻以前嗰种方式去做，用翻嗰种方式再加啲现代啲嘢，即系现代啲嘢啦，就例如咩啦，即系可能吊威亚啦，即系你一踢过去就嗰日飞个狗像要就系俾个威亚扯走嘅咁样，咁咪。类似呢样嘢咁样，佢谂下系咪呢个方向用旧嘅嘢做基础，再加新嘢落去。最初系咁讲嘛，咁但系佢哋叫做好多嘢，好似定咗案啦，去拍嗰阵时啦，喺啲动作戏开始拍之后咧，就不断咧就越嚟越多风波啊！即系例如最初就系佢哋拍嗰个戏，佢嗰个次序就系最初系拍嗰个森林嗰场戏先啦，森林嗰场戏咁仲话。男主角因为个演员其实整亲脚嘅，佢中间，所以佢去即系练习嗰时整亲脚就落唔到场，就唯有嗰场用替身帮佢拍住先。但系佢都系好 professional， 佢都系专登跟咗过去，就唔系话伤咗嗰日唔使去落场，佢就唔去，佢都过去。甚至乎嗰时会同个动作演员个嗰、那个叫做替身演员会讲即系某啲位个动作。我希望是这样做，因为他自己本身做到那件事，他希望可以重演到他想做那件事，他都很有心去做。那时大家看，喂，那个挺正啊，打得挺好啊，挺有 feel 啊，甚至乎说有些位置都挺暴力啊，哇，挺好 啊，有些都特摄得来，有些新式东西放进去啊，你正常人都想，哇，这样开个头，这次拍摄肯定的动作场口正啊，暗夜又这么喜欢特摄。肯定转个头翻嚟，哇 ，good 啊，正啊，拍手咁样啊，唔系，点知阿暗夜慢慢系，咦，好似有啲问题，佢话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中间咧就开始呢个矛盾就越嚟越多，咁当然讲早少少就系、是，大家就算睇嗰个度桥或者可能有时大家系特别抽嘅狼出嚟啦，即系例如可能我而家有张图位，因为。今日唔知点解 auto 播图旧嘢就唔 work 啦，所以我人手好似揿到部分图啦。咁啊，亦都唔希望大家攞咗入边某一两句嘢就用嚟喺个即系话去攻击暗夜。其实佢入边佢系好用心想去做好套嘢。咁而嗰班动作咁大话咁系咪即系动作嗰班唔得？唔系，做动作嗰班咧都系好用心想做嗰件事，但就系嗰样嘢啦。成日话一个制作人或者一个主创或者一个导演。要找到一些跟他最夾的 cool 嘛，即是大家講笑咁講，你正如咩啊，賭蛇就成日會有林雪，因為佢係一定夾到佢啊嘛，或者咩啊王家衞嘅下面有啊梁朝偉一定夾到佢嘛，即係有時有啲打鬥啫，例如以前啊 Christopher Nolan 就同 Hans Zimmer 啲嘢好似兩個位一定係夾噶嘛，啲嘢係最拍噶嘛，咁但係今次好明顯就係暗夜同埋動作嗰。班嘅即系 cool 啊嗰队人啦，佢哋啲嘢其实唔系好夹，或者可能系大家佢未俾到啲，或者暗夜有啲嘢都未必好讲俾你听，要咩？大家夹唔到大家咯，两边其实都好想做好件事，但系而家就会见到最初就系暗夜版话，喂喺个森林度，好似啲嘢唔系佢想要，有啲嘢太夸张，甚至乎森林嗰幕戏之后佢系改咗话，而家开始我哋唔好用威亚。佢话用威亚咧，好似系一打个人，佢会飞走扯走咗，咁就话好似系冇咗啲无视咗物理，好似离谱咗啲。佢话唔够真实咗啲嘢，咁啊就话唔好威亚。甚至乎就话，喺个森林度拍啲好似唔系佢想要嘅嘢。咁后面甚至乎有一幕咧，系再拍另一场戏咧，佢同个男主角倾偈，因为佢系翻咗去剪片室嗰度，喺剪咗一轮。即系睇下用唔用啲动作场面点剪啊嘛，某啲位突然间佢又觉得啲动作场口唔得，全部唔系好想要嘢，咁佢就默乎个男主角讲，佢话森林嗰幕戏啲嘢唔系好得，个男主角话吓、全部用唔到，系啊，全部用唔到，佢讲一句咁样，咁个男主角成个见到演员嗰刻个面色呆咗，即系佢可能都觉得喂，其实都
OK 啊，点解会咁嘅咧？咁呢个矛盾就嗰下好大件事，可以话系。同埋就系雌虫，我系睇晒成套嘅纪录片，我觉得佢系真系不是雌中之物啊！我即系本身睇完佢已经好中意佢噶嘛。喺原本嗰度叫更加尊敬佢，系直情。即系无论喺前期头三个月佢练咗，但系不幸伤咗啦。咁然之后，但系佢例如你头先讲喺森林拍嘅嗰一场咧，嗯，佢系有同个演员去，即系个替身演员去点讲，去点表达嗰种感情的，因为佢第一次去打死人啊嘛。咁啊，但系一去到天台打黄蜂嗰幕咧，即系话我哋唔用威亚啊。然之後又同成班動作演員同動作導演喺度講，就係話你唔好咁著重個流程，唔好著重個對策，我要 real。然之後係即係阿庵野係好識知道佢唔想要啲乜嘢，即係由森林啊，或者佢我唔要威亞，我唔要對策，我唔要殺陣，我唔要一啲好套路嘅打鬥，即係我理解啦。但係佢又要。即係佢冇好一個點講啊，好好嘅溝通嘅渠道同方法去，佢講唔到佢要啲咩啊，或者講唔到係佢想呢度做啲乜。即係如果佢好明確俾到話，喂呢度我想唔好咁樣，我想係你類似撳佢個頭落地下冚佢三嘢，佢爆光之後你再插隻手落去，你咁樣噏到俾人聽就可能唔同。但係佢又。有啲嘢佢系好想一个 concept 上，佢觉得即系例如佢有啲嘢好得意，佢会讲话中间有集战斗员围住啊，本香猛喺度打时，佢话喂你呢啲都系套路嚟，咁当然有啲嘢佢唔系冇道理嘅，所以我亦都觉得唔好话攞咗呢段去攻击佢，去闹佢真系唔应该，因为佢啲嘢其实唔系冇 point 过，佢就系佢都想做好件事先讲，但系佢话嗱咁，因为你集战斗员围埋佢嗰阵，我觉得你都系套路咗。你哋嗰班战斗员埋去，即系用外个 language 讲一点咩？你班战斗员埋去输嘅，你唔系埋去赢嘅，即系佢唔系讲实呢句，佢话你嘅系埋去，佢哋系准备打输俾阿本香猛，佢哋唔系行埋去个心系谂住我要杀咗本香猛，因为你嗰啲谂住我要杀咗本香猛，咁你动作就系你每个动作真系想攞佢命噶嘛？但系你而家如果睇特摄，点解有啲人唔中意，或者而家有时有啲作品做得唔好就系？嗰啲人埋去唔系想赢噶，佢哋挥把剑唔系要斩死个主角噶，挥把剑系为咗俾个主角挡然后隔开嘅，真系有呢样嘢噶。即系有啲动作场口做得好，就系两边都系每一剑系想对方死嘅，但系对方只系挡到同拆到啫。但系有啲做得唔好就系、是，喂，佢摆把剑落嚟，佢挥落嚟就系俾你挡噶。咁佢就系话意思应该就系呢样嘢套路。但系你谂下，我哋咁样讲法系咪大家都明啲唔明啲？而嗰时就系啲动作嗰班人就系听住佢讲，佢哋唔你唔班人唔系真系想怼冧本香盲，你哋系埋去套路咗，你嘅全部套路啫嘛，啲嘢咁样讲，咁变咗嗰下啲动作嗰对 crew 人就佢哋少少呆咗喺度，唔知点做，因为佢觉得我哋系要有啲套路或者有个流程嘅、哦，系要跑流程嘅、哦，即系如果唔系，点知几时要做啲咩，几时唔做啲咩啫？即系如果你话唔可以有流程嘅，你职业摔角会扑街咁啊！真系咁，同埋佢就系嗰样嘢咯。睇到就系话，即系个责任都唔净止喺庵野度，就系喺个纪录片嗰度咧，你见到佢下其他人咧，即系佢唔似真咸超，真咸超阿通口系好明显明啊，庵野系想做啲乜嘢先，由佢嘅剧本化身成成个动作画面或者其他嘢。但系呢一度好明显系冇乜可以。同佢明佢電，即係我所謂電波嘅。是是同時咧，你見到好多時好抑壓嘅環境，或者大家係磨得好辛苦嘅原因咧，我感覺上咧，佢哋唔係咁夠膽去直接同阿庵野講我唔明咯。係啊，嗱咁啊，我想回應少嘢。有聽眾講嗰樣嘢係嘅，有聽眾話喂，咁呢啲咪最屎忽嗰啲上司咯，又唔講俾你要啲咩，就講到啊彈你橋，但係又咁講，因為我真係遇過有啲。我真的遇过啲好人扑街嗰啲感觉，嗰啲咧有时喺度呢啲嘢，就喺倾啲咩嘢都好啊。唉，我遇过啲好人扑街嘅就，其实佢真系唔系最人扑街嘅，因为佢讲啲嘢真系有 point。我遇过最人扑街嗰啲，真系佢讲啲嘢冇 point 噶，佢系唔捻识噶，嗰啲先系最难顶、最冇用。但系因为佢而家讲啲嘢咧，其实你睇我，即系我又觉得唔应该斋，即系呢个系嘅，佢系玩到嗰班动作指导借嘅。
但系点解我觉得唔应该系指住话，即系话哇咁嘢正扑街嘅，黐线乱咁嚟咁样。佢讲啲嘢唔系冇 point 嘅，佢讲啲嘢其实好捻有 point 嘅。但系问题，因为都系嗰样，我真系遇过啲佢真系唔捻识嘅，佢行埋嚟，佢要同我扮识，佢蹲个款俾我睇啫。我以前见过啲扑街系嗰啲咧，我真系冇用个閪字形容。但啱嘢，因为佢讲嘅嘢其实就系、是，喂，其实作为观众，我成日都觉得咁嘅。你有啲系，你黐线真系，你个个埋去输嘅，你唔系想埋去怼冧个主角嘅。但系又咁讲，你作为个你喺嗰个位置，你又真系要俾到人知道你要做啲咩嘛？即系后来浸马符嗰对 crew 咧，佢哋系做咗一样嘢，系佢哋做样嘢。因为点解话对 crew？ 大家话喂，今日对 crew 做得唔好咧？对 crew 都好用心嘅，佢哋直情咧俾暗夜弹桥打多，开始个片场啲气氛越差嘅时候咧，个纪录片影到有一幕好犀利。佢哋成班自己开咗会，个会系冇暗夜喺度，就净系佢哋动作嗰班喺度开会，然后就讨论我哋应该点做。跟住佢讨论话，其实我哋系咪应该个 mindset 上，我哋要谂到一样嘢，就好似头先南哥咁讲，佢又唔系好敢，有啲嘢唔系好敢讲。但系佢哋有啲位就话，我哋系咪应该要谂到，即系大概估佢想要啲咩先，然后我就攞嗰样嘢出嚟。最嗰时佢哋系未估到，因为后来佢哋真系估到嘅，佢未估到。而到某个位有人讲一句，其实唔得、啊，而家嚟讲咧，其实俾佢弹咗嗰啲桥咧，即系点解话对 crew 佢哋都系想件事好啊？佢哋都谂，佢哋就唔系谂点样嗰刻未捉摸到点俾人唔弹桥咧，佢哋净谂一条桥就话，其实唔系、啊，俾人弹嗰啲桥咧，阿暗夜弹嗰啲桥咧，其实系令佢谂到之后佢想要啲咩嘅，所以我哋都要有啲俾佢弹，即系我有啲嘢系直情预咗系炮灰嚟嘅。我有啲嘢做出嚟系要做俾佢弹嘅，做俾佢弹之后，佢就有啲指令俾到我哋，我哋就再估到佢做啲咩咯。所以又唔好唔做嘢俾佢弹，我哋要做啲嘢专登俾佢。即系佢又唔系讲专登啊，佢唔系话要玩咩权宜之计，净系我哋都要做个版本出嚟，系俾佢弹咗先，咁佢就知道自己想要啲咩，我哋咪可以再估咯。佢哋净去到咁样，哇！嗰日睇到嗰班真系个压力系爆表爆到，我净睇个 documentary 隔住 mon 咧。我系感受嗰个股气压啊！佢系拍得好好嘅原因咧，由开始咧，大家话我哋慢慢做个 project， 我哋大家喺筛选唔同嘅嘢，或者演员都好俾心机去做。到中间咧，你又开始即系尤其是拍完第一场之后咧，啱嘢就话唔得，呢、這个唔得，我哋重新。唔系我要嘅嘢系咯。到咧，我觉得即系都唔系话啱嘢有啲乜嘢。即系大家都系好爱呢个作品，佢先可以即系俾心机拍出嚟，雌虫咁样啦。即系雌虫系开始喺中后段咧，可以捉到少少阿暗夜咁电波咧。就我觉得有一个磨，即系真系好辛苦嘅，大家都系磨嘅。但系我尤其是有一个咧，我觉得系磨出嚟咧，系开始见到佢哋捉到咧，就系、是、有一场佢哋话打蜘蛛怪人咧，佢哋喺个水坝嘅。上高就拍一段 one cut 嘅，嗯，我你见到佢哋系磨完之后咧，即系动作演员啊，或者啊，迟从佢两即系两个人咧，系拍完之后系筋疲力尽咧，嗯，之后就系嗰下好似系当场啦，当场系 OK 嘅，嗯，咁我觉得系开始好似系咁讲，佢哋大约知道开始磨到咁上下，磨到出嚟啊，我终于捉到少少。是咩？佢系想要咩嘅？因为有样嘢好得意，即系正如大家讲嘅嘢话咩？你做导演，你唔系整咗 storyboard 再俾佢继续夹武术指导嘅？点解？嗱，呢样嘢咧理论上系要做嘅，但因为嗰个度桥入边，我醒翻起啊，即系嗰个醒翻起，系暗夜喺最初嘅时候讲过话，嗱，我啲嘢唔系全部要话顺，但佢又唔系唔做噶，啲嘢其实佢有个构思噶，佢写咗嗰幕要做啲乜嘢，佢又会喺度监咗咗嘢唔 OK 就再嚟，唔 OK 再，但系佢有嗰一直去到咧。佢系觉得话，如果我啲嘢，佢同几个演员讲话，如果我系希望你几个去谂下你个角色想点样，因为如果我要啲乜嘢，我就摆落 storyboard， 然后就掟俾你哋，咁我不如翻去做动画。佢净系咁讲嘛，好奇得呢样嘢，好啱，好疯狂。但系佢又话唔到错，佢话如果咁嘅话，我要啲乜嘢都跟晒我嘅，我翻去做动画啦。佢话我就系要有啲唔同。电影我觉得是你哋，即系意思话，你啲演员系可以有啲嘢系你哋撞出嚟，甚至乎嗰啲帽子可能你哋谂到啲咩系可以你哋撞出嚟，
佢有呢样嘢，但系只不过佢撞嚟撞去就撞唔正仗佢哋要嘅嘢咯。即系正如大家都有讲话啊，通口真治嘅嘢就系、是、某程度上，如果大家倒翻转谂，阿通口真治好明显就系同佢夹到啊。即系有时真系人夹人嘅，即系某啲嘢真系好得意嘅创作呢啲嘢。咁佢真系咁讲话，咁如果我全部嘢跟足晒，跟晒我要嘅嘢，咁我翻去做动画。咁而后来点解阿男主角阿雌虫佢会捉到路咧？哇，嗰段又好好精彩喎！佢讲话啊，突然间讲话。佢哋有幕，而家应该系剁咗走啊！嗰幕剁咗走，系就系佢阿一文字同阿本香猛两个迎击嗰十几个嘅叫做我哋可以叫做假 Commander 胆叫啦，即系咁样噏住先啦，即系迎击佢哋十几个同佢一样样嘅怪人嗰段咧，而家变咗个隧道入边喺度暗黑大战噶嘛。咁其实嗰阵时咧，而家睇翻就系有拍一段，又系喺个类似工厂啲位度咧。就是那十几个围住两个打打打打打的。咁而佢哋两个呢是浑身解数乜都打晕晒啦。咁而家嗰段你完全唔见啦，而家做电影都。咁佢哋浑身解数乜都打晕晒。咁有下位好鬼惨嘅，即係有下係打打打打打。咁因为好得意，佢中间又会有好多唔同镜咁喺度㗎嘛。咁有时攞返俾男主角睇话，佢正话你打成咁样。但係打一阵跟住佢男主角睇完又就讲一句不过呢段都係唔要㗎啦。哇！嗰下你作为观众睇嗰，你真系你都跟住个心一齐实咗。佢话佢打得好啊，不过呢段应该唔要噶啦。但系跟住嗰一日咧，同时发生咗一件好奇怪的事，就系佢哋再打打打打打打打，又系叫做好多嘢，你都预咗唔要啊，又话明要啊，唔中意咁样反咗台咁样。但系有一度，阿雌虫人精就喺个度桥讲，但系有一度，我哋用咗五分钟嚟夹，然后就打咗五分钟。嗱，冇听，大家冇听错啊，用五分钟嚟夹。然后打咗五分钟，跟住佢话攞翻去俾阿，然后就拍完。佢话暗夜讲一句 O K， 咁佢谂紧啦。阿导演话 O K 意思系，唉，即系都算啦，收工啦，唉咁样。定还是佢真系 O K？ 但系跟住侧边其他啲 staff 就同翻佢讲话咧，喂，唔系、啊，你依下 O K 咧，系啊，暗夜阿监督佢真系啊，导演真系话 O K， 佢真系好中意嗰幕。但系佢话佢幕再睇翻段片。我哋五分钟夹出嚟打五分钟，其实已经好粗糙，佢话仲粗糙到好似咧外行人打咁啊，佢啊咁讲啊，佢话系外行人打咁样，佢话话点解监督系会中意呢段咧？佢话系咪就系中意我哋唔似真系内行人去打紧，即系佢嘅意思大概啦，我唔系 direct wording 啦，就系佢话大概就系喂系咪佢就中意我哋呢啲好似冇夹过或者？好似好外行人，真系难听讲句，真系楼下飞仔打交嗰只咁。佢唔系讲句，但系我咁形容啊。系咪即系好似喂？你都唔知道自己要走咩位嘅，你又唔知道自己要行去边嘅。你打完边个，你又唔识啊，转落去打另一个，冇呢啲嘢。佢话但系佢又中意呢段，我隔五分钟打五分钟，外行人咁粗糙嘅嘢，但系佢就系话中意呢段。跟住阿雌虫直情好似系咧有盏灯着咗，着咗灯胆，然之后话我好似明咗啲嘢。佢咁讲，系啊，即系佢开始攞到少，即系呢一个佢唔系100% get 到啦，但系佢开始攞到少少咧，即系我因为呢个线索啊，系啊，佢 documentary 好集中喺雌虫同埋佢冇乜，但系我都感受到咧，其实现场咧个气氛咁抑压咧，大家系不停咁脑筋急转弯，系谂紧究竟边样嘢先系啱啊，同埋就系好似头先咁讲佢哋。是有時很俾心機，即係無論動作演員、動作導演或者幾位演員，都是很想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一看是不是 match 導演想要的一樣嘢咯。係。咁但係同時，你又係咪話導演冇做嘢？唔係喎，其實導演是不停咁睇個場景啦，或者紀錄片嗰度佢都看到，即係話佢不停咁喺個場景度周圍咁走去看因為嗰個工廠嚟噶嘛，佢就不斷去話。喂，你哋又系依条巷，即系又系嗰啲位打，咪又系攞嗰啲嘢出嚟。佢周围去睇，简直咧爬埋嗰啲逃生梯嗰啲啊，爬埋上个劲高、劲危险啲位，即系嗰下力嗰系犀利嘅。因为你其他啲人定点个阿茂上去望一望啊，影张相落嚟啊咁样，最叻嘅佢唔系嗰啲嘢，全部自己行上去噶。跟住同埋佢有啲嘢，你又觉得喂，即系佢啲 cam 嗰啲位，啲位靓唔靓咧？佢啲嘢要执位，即系边个演员企边度，边嚿 pops 摆边度咧？佢自己冲外，自己摆晒位，要自己要嘅嘢咯。佢系咁，佢唔系冇做嘅，但系嗰个就系开始成班，哇！我捉嗰条路，佢想要啲咩？
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頭先提過嘅幾場，即係無論喺水壩打啦，喺工廠打啦，喺森林度打啦，成品係完全冇嘅，好多嘢冇曬，好多嘢冇曬。即係我開始明白，即係喺睇完套戲好多唔明嘅地方，我睇一套 documentary， 我開始明白先明白點解會咁啊？係啊。就是因为那个嗱嗱 ，sorry， 但系呢度都系嗰样，我哋唔系话我哋觉得好，有啲嘢我哋明点解啫，系我哋解构角度嚟讲啫，而家你当我系六六六咁样解构紧啲嘢啫，系咯，咁但系我开始明白就系庵野嗰种谂法，同埋现场演员同埋其他工作人员嘅谂法，你话系咪有边个对同或者错咧？我觉得系讲唔定嘅。你冇得拗嘅，冇得拗嘅呢啲真系。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就系、是，系咯，真系即系有时创作就系咁样嘅，系好难搞嘅。咁呢套佢导演你又唔话得唔俾佢咁样，我只系讲你作为观众中唔中意你一件事咯。系，即系我都亦都理解我有啲朋友系咁嬲嘅原因，我明白。明啊明啊，我都觉得佢嬲系冇问题啊。系啊，咁亦都咧套 documentary 去到最好睇最好睇个位咧，就系讲佢哋去到最尾拍 last boss 嗰场啦。即系两个拉打对啊，一郎即系一号二号对零号嗰幕，哇！嗰 doc 嗰段真系恐怖，我用嗰句话系。即系我问下图先 ，set 晒啲场景啦。咁三位演员喺度，我记得好似有直接讲场景，定系佢哋有围读多一次咧？我谂下先。我见佢哋系埋到去，跟住就大家入晒最终场景嗰度位啦。系，有入完去咧，原本就系可能啲即系武指嗰班师傅喺度试位，喺度试位喺度做晒成个 set 出嚟，甚至乎依然可能都落埋去夹埋试下做嗰啲位，做嗰啲 set 落去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就发生咗件事啊嘛，系啦。我觉得个戏剧张力咧，某程度上系仲劲过套戏某啲场面嘅，系真系系真系成场变晒，系真完全系晒啊！系啊，我而家差唔差翻张图先 ，sorry 大家。我冇记错系暗夜讲咗，即系有少少系直情系唔满意啦。系话都系嗰几样嘢，就系话哇，好套路啊，好假啊，冇暴力感啊，即系或者系好，即系开始佢开始有少少发火，就系点解都仲系咁样？同埋就系、是、我都回想翻下，佢嗰下直情系话，即系我宁愿啊，即系你哋全部系即兴咁表演啊。系啊，我揾得翻晒嗰几张图啦。我 cap 翻出嚟，直接喺个画面揿一揿出嚟啦，即系呢个位居然咁样做啊！嗱，咁佢睇完佢打咧，佢就咁讲啦，即系呢度咁样讲啦，佢就话：喂，真系恨不得全部改嚟即兴。佢咁讲啦，咁然后喂，等阵先啊，今日嗰嚿嘢有啲问题，唔好意思啊，少少系啦。跟住咧，佢开始之后就发火，呢个直情发咗火嘅，一啱嘢，佢话啲咩套路啊、走流程嗰啲嘢，我唔要。嗱，呢个咁讲啦。然后再之后就系话，完全睇唔出嗰啲 Commander 拼死拼活嘅努力，因为佢系直情写咗话呢段系佢两个同佢打到，直情话呢幕系打到大家好似我几形容佢，即系话污糟邋遢咁，直情打到大家话好狼狈，要打到咁，即系要打到大家就系死嗰只咁嘅 feel。咁又话睇唔出拼死嗰样嘢，跟住话诶杀阵你即系走流程啫嘛，咁样讲。跟住直情呢个镜咧系我呢个 show 唔咗俾大家睇啦，佢系阿庵野讲到呢个话。喂，你走流程啫嘛，正话杀阵，跟住讲完呢、這个，佢兴到直情掉转头走咗。而走完之后点咧？直情个镜头啊，佢唔系 cut 镜啊，佢个镜头直情系 pan 一 pan 咋，移一移少少位咋，就影到演一郎嗰演员直情个样系去到咁样，系颓到咁样咯。系，哇，好劲！跟住听我纪录片精彩游戏系可以咁讲，系即系成个最终战一定系。即系成个场当然就系静晒啦，咁然之后动作指导就出嚟就系话，佢要谂啊，即系佢都系要，我要少少时间谂就系话，喂，我点样去整到佢唔系走流程，或者去点样，我都要时间谂就系。佢就话系咯，佢就话谂唔到就系我做唔到件事咯，咁样讲。我都冇资格喺度指导得俾大家睇啦。哇，我嗰下真系觉得。即系我唔知道应该点谂啊！即系我开始明白点解我喺最尾嘅最终战嗰度啊，
系啦，会系咁嘅气氛啊！原来本身拍嗰阵嘅气氛都咁样。我觉得嗰个压迫感咧，喺个夺桥呢一段嘅最终战咧，个压迫感系仲恐怖过我睇戏嗰段最终战。系啊，即系我唔系抵翻到，但系嗰个压迫感真系完全同，即系佢有样嘢好得意就话，佢觉得话即系喺呢幕戏之前嗰啲啊，我当你成班 cosplay 嘅玩乜都得。但系呢度咧，系佢最终嗰度啊，要啲观众觉得系好真实嘅。咁当然有啲嘢系抽象。咁甚至乎，佢有个位，佢因为啊用不堪入目几个字，佢话要三个打到好似不堪入目，好笨拙咁样，即系好似已经打到就系死咁啊三个。咁但系又咁讲呢个过后咧，呢段原来嗰个武之话啊，暗夜应该系呢度咧，冇几耐之后，其实有个位原来系佢直情行咗埋同武之嗰个系话道歉嘅。好似同成场道歉噶，系好似系同武志嗰班，特别同武志嗰班，佢话过去道歉，见佢净系喊，佢话佢系过去道歉，话即系觉得好多嘢对大家唔住咁样，即系所以嗰下就有种感觉系，因为武志嗰班佢哋咧，佢哋真系绞尽脑汁嘅，直情夜一夜咧，佢哋都仲喺度试下打另一套，睇下听日可唔可以攞出嚟用咧。佢哋嗰班人好用心，咁系暗夜都系对自己套嘢又系喂，好想做好套嘢。但问题就真系奈奈何就佢哋唔系夹嘅两群咯，即系佢哋互相唔知道大家要啲咩咯。可能大家就成日讲之前阿通口真志同佢就系佢哋大家知道大家想你想要啲乜，我又想攞啲乜出嚟，大家知道大家有啲咩要同唔要咯。佢哋呢 group 就好 sad 咁样，即系好 sad 用呢个字就好 sad， 佢哋唔系咁样嘅一个拍档咯，做唔到咯。咁所以出嚟就变咗咁样，咁而后来呢件事咁点解决咧？佢哋去到直情话咩啊嘛？话即系喂，你哋成班都系走流程嘅啫咁样。咁到某个位，阿暗夜直情做咗个决定啊，即系睇翻度条先知啫。最尾因为头先我哋都不断讲嘛，我喺戏院嗰时我真系谂，喂做咩事搞到咧？好似几个人都系三个人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特别最后阿一号同阿零号两个真系。唔知道自己好似喺嗰度要做啲乜咁咧？原来因为佢最后佢真系唔满意，话你哋几个都系跑流程嗰啲嘢。佢话做最后就做咗一个，即系讲最后嗰个决定啦，就系、是、喺打烂即系淋就嚟爆面具咁滞嗰个位嗰、那个最后个位之前咧，佢话嗰度你都系照样跑流程先，即系例如点样整断只手嗰啲都跑流程先。但系到某个位就一个 turning point 啦，到嗰个位之后嘅嘢就唔好跑流程。就由嗰三个主角自己决定点样，咁即系我哋咪讲笑话啊？点解好似佢两个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咁样嘅咧？因为嗰下原来真系唔系武子佳佢哋，直情系叫佢哋三个自己去做啊 ！Sorry， 我而家呢度大家俾啲时间，我就嚟揾到嗰张啦，系啦，直情有呢张图，大家而家睇画面睇到，直情就话嗰场所谓笨拙的战斗。就交由三名演员嚟构思，即系喺佢哋最尾咁，当然佢到最后再改咗一次，就系前面跑套路，前面用你个套路做住先，到嗰个某个位做 turning point， 后面就由佢哋自己去构思，佢哋用佢哋自己，你真系咁讲，你当佢即兴咯，你当佢即兴嗰下，佢两个觉得要点做点做，所以啊，本香晚同阿一郎特别佢哋埋到尾两个喺地下冇晒力嗰度咧。点解好似佢两个唔系好知做咩？好似冇咗嗰种，大家你应该嗰啲动作要自己知自己做乜？因为嗰下真系俾佢两个自己决定咗咯。咁所以点解有嗰个效果出嚟咯？咁而呢个效果咧，就系阿暗夜想要嘅。咁你话个导演去攞咗佢想要嘅嘢出嚟，你唔话得佢错。但系作为观众嗰下，我就觉得好恶咯，真系。即系我大概我睇完呢一度，我系觉得。几种感觉嘅，第一就系我觉得可惜，就因为喺成品嘅镜头方面，我唔知暗夜系咪唔识去捉嗰样嘢啊，定系点样咧？我系俾唔到喺 documentary 拍出嚟嗰种感觉啊，因为 documentary 佢哋喺度排嗰阵咧，佢哋几个系真系有嗰种系真系打生打死去到最尾，真系好似最终决战嗰种，讲先讲又系 Batson 对 Shadow Moon 咯。佢喺地戰唔係一個問題，其實交俾佢哋幾個去，我都明白啊。暗夜想激發佢哋嘅，即係佢嗰
種想表達的手法是似我剛才講零號對 Kuga 最尾嗰一場，真係冇任何嘅特技，冇任何，就係兩個喺度打，唔使開咩招，唔使開咩大技啊，唔使出咩絕招，兩個就係兩個喺度嘔咯。但是对于暗夜来讲，那一种表达方法都还是套路，他是真真正正要个演员，即是很老实说，他就是想班演员去打烂仔的。那一直情要两个烂仔不懂打的，他就没了无计可施的，他是要这样的。是他要那种最 raw、最基本人类求生的那种战斗的那种激情。是。我是明白的。我是绝对明白，我亦都系觉得佢咁样去逼佢哋去构思去做，去做一个成品出嚟系有佢嘅坚持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成品出嚟，我感受唔到嗰下先有问题啊嘛。唔系，因为我头先有啲位可能大家会以为我系暗夜 fans， 我唔系嘅。但系因为有啲嘢，我又觉得喂佢又好值得人佩服，佢又真系够胆做嘢系。诶、你三个演员你自己决定，你哋去做，你唔系咁容易可以做嗰样嘢咁啊！你好多人讲笑咁讲，即系捉住啲演员嚟做，当咗演员系佢啲玩具吧。佢净系即系佢最初讲嗰句咧，就系、是、喂，你哋三个如果跟晒我要做嘅嘢，我翻去拍动画啦咁样。佢都咁讲。咁而家就系、是、你嘅要点做，你哋去构思。咁到呢个咧，其实咧，个 document 甚至乎影到依幕咧，我好记得阿平本佑佢有一下咧个眼神好。好迷离嘅，佢嗰刻系又望下左，又望下右，睄一睄左边啊，望一望啊，做一郎嗰位，再望一望啊，本香晚嗰位，佢嗰刻个眼神系有一种你觉得佢望一望左，望一望右，唉，大家都未知想点，有种咁嘅 feel 俾到大家。咁佢又够胆做呢样嘢，佢又真系好努力咁去想揾佢想要嘅嗰样嘢出嚟。我都有一句，我唔系佢，我唔算系暗夜 fans， 真系唔系，但系嗰刻我觉得好犀利。但最惨就是虽然那一刻我很佩服一个制作人他够胆做到这个位置，但是拿出来那个成品我不喜欢，就是那个成品那个位置我不是喜欢，就是不是很喜欢那一刻，真的。你到最后那一幕你比回来，我看完那一刻我最终战就不是我看 Best 新的最终战，我真的 enjoy 很多，我都是这样。还有他想表达那件事就是你交给这三位演员去做 brainstorming 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是你是去到，即是以个纪录片来讲，我看到就是说你是去到这里动作指导跟他排了，然后你突然跟他们讲说这一个、最尾的战斗是你的三个演员来构思，喂，我当然是迷你啦，我三个人不是做开动，即是不是做开工作，然后要我去想怎样去做出一场激情，又有文戏，他中间还要讲对白的嘛，没记错。你又要表现那种所谓改造人类的即是那种怪力，亦同时要表现他所谓那种泥浆摔角的激情和战斗。哇，我心想对于这个演员的挑战是，即是为什么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三个，尤其是迟重呢？因为迟重那一刻是开始有少少是、真的执到他、我想他往后呢，他如果跟其他导演合作，他要揣摩他那样东西，他应该会得心应手很多。对呀、好犀利，我觉得他。他又很专业的，他真的。我佩服导演可以在这个 moment 去逼啲演员去做嘢，但系同时我又亦都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是王家卫。王家卫成日被人话，即系话佢好随性啊，好点样啊，但是点样都好，我都觉得他比梁朝伟都比他练咏春练咁耐啦。他一代中比他练了咁耐啦，亦都跟他夹了咁耐啦。他才可以拍到一代宗师那种硬桥硬马，或者是那种打斗。在这里我的感觉是他很想将那种很 raw 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他心目中的决战和观众看在荧幕上看那种表达感情是一个落差咯。因为那是 Kuga 的零号，我觉得很 raw 那段，甚至乎我细个即系我唔系特别中意呢段，我系大个啲睇翻，我先至发觉喂唔系，呢幕系有佢嗰个魅力噶，我净觉得零号对 Kuga， 但系而家就好似阿南哥头先咁讲，而家交俾几位演员，佢系犀利嘅，但系如果你话喺心情上面、文戏上面，你交咗俾演员决定，就等佢哋代入咗个角色，然后跟个角色走咧，呢样嘢都
呢样嘢甚或乎可能系够胆做，或者可以出啲好犀利嘅嘢添啊！但系最惨，因为都系嗰样，呢三个演员佢哋唔系动作指导嚟噶嘛，或者佢哋本身唔系，或者如果你三个都系讲笑咁讲，佢三个本身系武术家嚟嘅，咁变咗佢哋系完全你哋佢真系讲笑咁讲，唉，即系呢排唔拍戏，转个头去啊去八角笼度睇下搵唔搵到阿伊安马斯打先，佢可能咁样谂嗰啲。如果他们是去到那个 level， 那他们 就真的埋去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可能还讲到。但是他们真的不是那样嘛。那变成哇，那一刻真的他们三个那种绝境求生或者绝境怎么完成件事，你看完个角桥特别真的有词重是他，我刚才这么说，他真的往后的导演合作，他真的揣摩那方面。我觉得他是到那一刻突然间想到，为什么 那个我练了五分钟。又拍五分钟打五分钟嘅嘢，佢会话好，佢系中意啊！我明白到啲嘢，跟住佢理解到后面啲嘢开始一条龙咁做到落去咧，沙弗都最后呢度可能都系佢理解到啲嘢先带到咁样打落去咧。我又觉得演员嚟讲，佢哋你睇完套戏，你系中意版演员嚟讲，佢嗰个个个演得好好。你睇完个度桥，你特别对词重系，我有种尊敬，我觉得佢真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咩，非词中物啊！呢个演员一定。系啊，真系你睇到非词中物啊，定咁表现同埋其他嘢，同埋我突然又谂到另一样嘢咧，点解有一个咁大嘅矛盾咧？我嗰段作指导咧喺练嗰阵咧，佢亦都有讲过，即系我都好想去表现一种好强劲嘅打斗或者好真嘅打斗，但系打斗即系佢都话一样嘢就系、是、打斗系表演噶嘛，嗯，你表演就一定有某程度上嘅排练或者系流程咯。流程啦，但系庵野好注重，即系佢心目中嗰种就系、是，好人类本性或者所谓嗰种暴力啊，嗰种激情啊，嗰、嗯、种一拳打死你嘅嗰种震撼啊！即系嗰刻唔系打斗，我哋唔系武术切磋，我哋厮杀，系啦，应该一样啊！真系要攞人命嗰个大佬啊！即系世界上冇乜边个。導演或者動作片可以做到咁，即係我哋好中意睇嘅裝備都唔係真係用支鉛筆去插死人啊！啲演員喺拍攝途中係冇受過傷害嘅，係啊，冇傷害。但係即係我諗唔到，就算我哋成日睇港產片，啲人話動作好癲㗎啦，喂，殺破浪啊，都我諗都有就一就，或者係就算係真係有傷嘅，都唔係真心想插落去噶嘛。係係。但係我好感覺到庵野係想要求嗰種就係、是、真係成日大王咩啊？大王講嗰種街頭 MMA 啊。但街头 MMA 有时都仲有啲套路嘅，唔系我点解我有啲街头 MMA 我中意睇咧？有啲有套路我都要睇，即系佢哋唔系有套路，但系佢哋啲嘢做得好清晰，自己做啲咩？即系以前睇地产仔打交好好睇嘅，我都系觉得佢哋嗰时揼完人咧，佢哋系识得立啲架撑去掟人嘅。佢哋即系例如以前有个咩打机打就攞张台去殴佢，定咩撞佢张台咧？佢哋好清楚自己咩？但系严格嚟讲咧。街头 MMA 如果我系觉得好睇，即系类似以前咩香港地产仔打交嗰啲咧，喺庵野角度都唔出，都系唔系唔出街，系唔收货咯。佢都觉得你揼完佢几嘢，跟住就掟落台啊，好套路。佢都会觉得套路。我惊街头 MMA， 我惊嗰啲庵野都唔收货。就算系摔，我哋睇开个摔角，我谂佢都唔满意咯。我摔角佢应该扯火添，应该呢个做。即系摔角直情系你出超必，我用边下去 counter， 你就去反你嗰下，佢应该会扯火咯。如果呢套你用到嗰套出嚟，所以到最尾我哋睇完晒成套纪录片，我系好明晒所有嘢，即系点解啲镜头会系咁，或者系其他嘢会系咁，或者系演员点解会系咁，或者啲动作场口点解会系咁，我哋完全明晒。即系当然我亦都。即系唔可以话拗唔过，或者我系明白，我有啲朋友喺坊间嘅讨论就系话，哇，点解打到系咁样啊？打到点解会唔系我希望中嘅拉打嘅电影咁样啊？咁我又觉得唔一定系庵野一个人嘅责任，或者直情我唔可以讲系错啊，因为佢嗰种要求系佢要依样咯，系咯，佢系要依样嘢，但系佢喺即系正如我识有 friend 系中意咁样嘅。片場的溝通和在中間的磨合，我覺得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我甚至覺得是可惜的，但 是我覺得可惜多。
當然佢即係人物有啲地方係好碎啊，背即係甚至啦咁講啦，我有時覺得啦，睇完個紀錄片之後咧，有某啲怪人係可以 cut 咗佢嘅。啊，即係譬如雖然我好中意長澤正美嗰一場啦，但係我覺得喺劇情嘅主線方面咧，其實黃蜂女或者係長澤正美嘅蠍子女係可以 cut 咗佢，甚至三合一都可以 cut 咗佢，你集中講呢一個。啊！一文字，我懷疑咧紀錄片冇拍出嚟，佢應該都好多嘢俾人 cut 咗。應該就係、是、佢應該係，咁佢另外都冇講得好多咋，彬彬未播啦。咁佢嗰個應該就冇話好大影響，因為佢嗰啲位唔係好涉及呢啲位，所以已經冇乜事。但一文字嗰度應該其實佢都食咗唔少嘢嘅，應該。因為喺文戲方面，例如我哋講翻。我好中意嘅，即系阿美波系洗，即系反洗脑啦。然之后系话我俾翻啲痛苦你，然之后佢又喊啊嘛。即系虽然我好中意一幕，但系个文戏方面系冇表白同我睇，究竟一文字系咩嘅背景啦？佢系点解会俾人洗脑啦？佢有咩嘅幸福啦？佢点解会喊啦？即系阿演员本人系做得好好，即系嗰一场喊戏做得好好。并本又佢做得好正，佢嗰个做得系啊。但是我是不知道你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嘛。虽然并不是我对上一套看没记错，就是跟那个林显都做那套查案定什么那套，他做个 get 的角色。但是这里我看看 我最初见到他想起那个角色，但是我看了就我已经不特别想起的角色，他不是一文字准人，他就是我觉得他很型，跟着我觉得。他同埋他真的哇都是那样，我看完之后你再睇埋 documentary， 你会更加喜欢呢几位演员。系啊，甚至系一路我都觉得佢表现到系系嗰种好无奈，即系有少少无奈啦，同埋佢对于佢阿妈嗰种咁嘅心情。系系系，但系又冇时间咯，即系佢同阿妹阿琉璃子嘅嗰啲交流，其实系可以有多啲 flashback 去讨论，或者俾我哋观众去睇噶嘛。系，咁我就觉得。即系点解我由一开始到而家我都觉得呢套嘢好微妙嘅原因就系话你唔可以一刀切就系话哦好差所有嘢好差唔系，因为佢有好嘅嘢嘛，同时又系啦。但系我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就系话我好似睇真咸超咁，我系啊咁好睇，快啲睇咁样讲嘛。我又讲唔出，真系我可以话叫大家睇，但你要预有好多好奇怪、好微妙嘅嘢咯。因为真超人，我近嚟先睇翻啦。我睇完，如果你问我好唔好睇，我就讲好睇正，我咁一句啫嘛。或者你睇咩啊？未睇快睇，快睇，快睇，我系咁讲咯。但系呢套我都系嗰样，所以头先有听众问话，值唔值得睇？我话你要有啲准备，即系佢系咯，佢有好嘅嘢，嗰啲有好唔好嘅嘢咯，好强烈风格咯，要睇你受唔受咯。所以因为我又自己坊间有啲会闹得几金话，哇，真系好垃圾套嘢。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唔会用呢个字形容，因为都系嗰样，佢文戏有若干段好睇，跟住佢打斗都有啲场口又好睇，即系例如打蜘蛛怪人啊，或者森林那间而家唔系最初只啦，佢森林嗰度都有啲嘢做到俾我，佢系有好睇嘅动作场口，亦都有啲剧情，甚至我觉得其实冇咩大问题咁嘅剧情，佢甚至有啲桥系好似头先嗰条颈筋嗰个意义，我直情系中意添，所以呢啲位我咪觉得好睇，但系。佢同时唔好，即或者我觉得好微妙啊！而家就系你明，我话唔到系你做得唔好，系因为你要依一样嘢，原来你真系专登要做依样嘢出嚟俾我哋。咁我唔能够话你差，只系讲我唔中意嘅位，咁唔中意位都有咯。咁所以好微妙咯，系咯，你要有心理准备先睇咯。呢套我觉得系嗰种，即我自己个人好包藏我心嘅，嗯。即系我对于西影近嗰几年嘅企划咧，我都冇乜兴趣噶啦。但系近呢一两年佢多咗一啲非所谓系佢主流嘅拉打嘅作品啦，传统架构嗰啲啦吓，系啦。Black Sun 系一套啦，呢一套我都系觉得系一套嘅。如果系真系呢两位演员系可以喺其他方面做翻一号或者二号咧，我觉得系可以，因为呢两位演员实都做得好好。系系系。而好老实咁讲句，点解有一部分嘅人都会系或者而家票房唔好啦，或者系对佢负评咁多，系因为某程度上觉得西影咧，你系自作孽噶。
你啲電影啊，或者你經營呢個 IP 咧，其實係冇乜俾個心機嘅。啊，不過係喎，有啲嘢都唔係淨係咩，有啲嘢係大家對個信心問題，唔係淨係噏嘢喎，係喎。係啊，有啲係聽到拉打已經話，唉、拉打啲戲支持佢睇嗰啲啊，都唔知搞乜咁樣，唔敢啦咁樣。呢啲又咁講喎，係喎，有啲人係驚呢樣嘢喎，其實。佢有叫助力，但同时都系佢有死忠，但系同时都系有啲人系熬咗嘅。我冇乜记错咧，上一次有所谓一啲超和嘅嘢啦，我自己有印象咧，因为我真系好耐冇点啦。例如佢无啦啦出个拉打四号噶嘛，或者系之前嘅一啲剧场版，佢有一啲所谓超和嘅前辈出嚟啦。嗱，我有睇嘅，唔好讲啦。即系滕光文嗰套咧，真系真系揾佢出嚟捻鸠佢，真系捻鸠咗佢嗰套，好差。你揾井上敏树去写俾佢，本身咁样揾人已经你系黐线，其实你好揾唔揾揾呢个，或者系之后嘅，我记得佢有一套系重甲装嘅又出翻嚟噶嘛？哦，系啊，系啊，我记得有一套系咪嗰套系咪嗰套咧？定系另一套咧？定系宇宙刑警嗰啲唔好记得。哦，是但系问题系在于。如果你作為一個淨係近十年或者係令和你先去睇拉打嘅觀眾，你會唔會真係因為哇見到係拉打嘅一套去入場睇啊？係，我覺得係你經營 IP 嘅問題咯。係，但係另一樣嘢即係都係包藏禍心啦。喂，大佬啊，對家。對家即係我哋成日話，即係啊，即係年輕奧特曼，你奧特曼係啊。但係起碼你係知道六兄弟嘛？係係係，即係六兄弟個點講咧？六兄弟依樣嘢佢有喺個系列上面延續咗喺度，同埋佢亦都唔係話真係做曬六兄弟，亦都冇啊！即係我講笑咁講嘅年輕的奧特曼，但係佢真係唔落得去噶嘛？嗰陣時有啲嘢又咁，佢嗰邊係。嗰、那个系列应该系佢有嘢好，亦都佢有攞好嘢出嚟，都攞有啲唔好嘅嘢时都攞出嚟。但系唔好嗰啲，可能同翻啲朋友倾，都大家觉得系佢系想做某啲嘢，想试某啲嘢先试弯咗啫。有时都系，但系因为你东影呢边，喂，即系你同一年啊，你仲拎咗啲咩秋天肥嘅黄蛇啊、烂皮兔啊、啲咩龙牙火灼寿司啊？即系大家有时见你攞啲前辈嘢出嚟，我系咬噶嘛，大佬，我唔想再睇啲黐线嘅城户真司啊嘛，即系嗰啲嘢咯。你有时 I P 经营呢度，你有啲嘢都要有个暂扶翻，就系、是、你都经营得唔好。你上次就算啊，滕光文翻出嚟拍嗰次咧，其实你系对佢好差，有啲位置直情你好似整蛊紧个演员咁噶，即系好似系喺度好认真讲佢人生哲理，跟住成班人笑佢，但系。最尾嗰段人生哲理好似又真系唔系好关事，呢粒男主角好似系感受到啲嘢，但系嗰度好似系女喺度嘲笑紧佢咁样。你有啲嘢你自己都你质检你又做得唔好啊嘛，咁所以有啲嘢系需要佢哋负翻啲责任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站就老实讲，我觉得唔系最大佢嘅，佢都又咁讲，即系你话佢呢度有影响，但系同时就亦都因为佢拉打呢个 title 佢。都 keep 到多咗一啲 fans， 亦都嗰班一定会去睇。但系呢次可能真系口碑上面大家有啲惊，我估应该系。同埋你话嗰期可能大，嗰期可能啲片又仲有其他嘢睇，另一件事啦。你好似之前真超人嗰次冇呢件咁嘅事噶嘛，即系冇话票房特别差嗰啲咁好似。同埋即系可能大家期待唔同啦。而家即系当然斋计日本嘅票房咧，我冇记错咧，拉大系应该蚀到入狱嘅。拉大啲有啲惨啊！而家真系，有啲惨，我觉得我又唔可以唔理解大家对依怪得人哋唔睇有啲怪得嘅系，但系我又觉得好可惜嘅就系、是、大家都尽力嘅，大家都唔系话即系唔系话查到嗰啲即系无啦啦自己闪咗去嗰啲嘢。你或者唔系咩？佢而家嗰边嘅。佢嘅嗰啲拉打劇場版東影體系整出嚟嗰啲，喂嗰啲真係冇心做噶嘛，好多套，即係我唔知啊，唔知可能有超級拉打迷聽過，唔係，我覺得每套都做得好好喎，白倉是最好的啊，咩高橋大老師是最好的編劇，可能咁樣你收皮啊佢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嗰邊有一扎嘢，你擺明冇心做噶嘛，你冇心做嘅，你咁樣你做劈招出嚟，我覺得你有人睇到翻轉先冇天理。
但系而家呢度咁，老实讲最微妙就系、是、咁，我明白你有人唔中意，或者因为某啲原因，即系觉得喂有啲嘢我知嘅 C G 唔得嘅，唔睇，你唔怪得人。但你又觉得好惨，系佢成你依睇个 documentary 都觉得你成对 cool 连埋任何位置嘅人，加埋班演员，冇人冇心做嘢，个个都好有心去做呢件事，但系出嚟奈何就系夹嘅问题就导致咁多嘢咯，所以好可惜咯。咁我朋友系咯。我朋友是不停地 重新提我亦都冇可能講話係可以嘅，就係、是、佢真係好碎啊嘛啲嘢。係係係係係。無論鏡頭又好，劇情都好，都好多好碎嘅嘢，係令到大家觀賞感受係的確有影響噶嘛。係係拉打啊，唔係唔係真超人嗰度，你頂盡話好似係幾個單元劇連續落去咁樣啫嘛。但係嗰幾件事一來又有好多嘢關係到，同埋嗰邊其實。我又唔特別覺得真超人真係好碎嘅，成個感覺我又覺得。但真超人係一件事接一件事。係啊，你真係最高係一個 episode 接一個 episode， 好似連續睇幾集咁樣啫嘛。但係呢、這個嗰樣碎係，因為呢個有跳嗰個感覺啊嘛。嗰度係完咗一集，好似你睇緊另一集咁嘅感覺啫嘛。有唔同嘅，同埋喺呢度講啲啲啦，即係我都唔能長講太多，咪都話都係兩個零鐘咁。即系你好似真超人咁，我觉得有啲嘢又有时有啲评论，即系我见有啲影评外国嗰啲啦，就会话喂佢都唔及真哥斯拉，即系佢唔系好似真哥斯拉咁讽刺官僚嗰啲嘢，讽刺得唔够多，就会话佢系差过真哥斯拉。即系因为我觉得两套嘢取态有唔同啦。二来其实我想讲咧，因为我近嚟睇套真人超啊，我先知我睇完之后，其实我仲中意佢多过真哥斯拉添，因为。我见到嗰啲评论话喂，佢都唔系讲到官僚啲嘢，佢做唔到呢样讽刺时弊嘅嘢，佢真系纯粹拍特摄啫咁样。但其实嗰套嘢咧，因为暗夜佢又真系好中意神秘学啲嘢，我谂大家都明啦，佢啲作品都好多呢啲元素摆，佢真系摆咗几多一啲外星相关嘅阴谋论或者外星研究嗰啲嘢 UFO 嘅嘢咧，佢几多嗰啲元素摆咗入边噶。其实佢咧唔系冇讲一啲嘢。佢甚至乎就係講緊一啲嘢，就係啲人成日研究 UFO 或者外星人嗰時會講一樣嘢，話喂，如果真係外星人又真係假設佢同人類有啲政府已經有接觸嘅，咁點解唔可以行出嚟同大家講，喂，其實有外星人㗎咁樣，即係叫做將外星人呢樣嘢揭曉咧、揭出嚟咧？好多人係討論緊點解唔做呢樣嘢啊嘛，因為你會令到人類個文明或者好多價值觀嘅嘢崩潰啊，或者好多知識上嘅嘢我係會崩潰嘅。其实主流讲一样嘢噶，咁呢样有机会可能第日其他节目再讲啦，或者可能有机会就咁讲真超人嗰时再讲。但系其实嗰套真超人入边咧，佢有若干位一来佢摆咗几多啲神秘学上讲 UFO 啊或者阴谋论嘅嘢，佢好多摆入边嘅其实。咁然后即系嗰啲位你直讲唔系巧合，唔系话穿作符，佢真系有心摆嘅睇得出。然后跟住仲系讲紧有啲嘢就系、是、喂系咯。如果突然间有外星人出嚟，突然间认咗外星人，突然间揭晒啲嘢出嚟，人类个社会会点样崩溃法呢？咁嗰啲嘢，哇，佢都讲咗喺度。我个人系中意真超人仲多啲添。咁其实我觉得佢呢个真嘅或者唔系新啊，所谓新超人。如果呢个所谓先嘅几部曲，咁我争 Ava 未睇啦。其实三套我觉得系值得睇嘅。三套都值得睇嘅，哪怕呢套都好，你话入唔入戏院睇就？我觉得难得有啊，戏院睇都戏院睇啦，我啊觉得呢样啦，但系系咯，可惜啦，呢套嘢各方面都系可惜啦，系咯。同埋头先想，我想加多一样嘢咧，就系、是、话、你话啲人话冇开会啊，或者冇乜嘢，哇！你睇下真超人，佢沃特队同埋佢嗰班对于即系无论系佢上头啦、日本政府啦，到外国政府啦，哇！佢嗰啲 office 戏啊，其实我觉得系做得好好嘅。佢唔系讲紧，但系我觉得点解啲人会话佢差咗咧？因为佢哋即系我咁讲好似有啲 sorry， 但系我觉得佢哋 miss 咗啲，或者可能有啲嘢佢哋真系唔系太知，因为呢啲嘢即系可能你中意睇开神秘嘢嗰啲先知嘅啫。因为其实佢因为真哥斯拉就系讲紧官僚嘅腐败啊嘛，或者官僚咁样去冇效率，然后去令到件事 fuck up 啊嘛，而。真超人或者新超人啦，佢讲紧嘅就系
一啲如果真係外星人出現咗，同埋你接觸咗嗰啲政府，啲政府啲政客或者各國政府會點利用外星人呢件事去獲利啊？其實佢係講緊呢樣嘢，呢啲就係陰謀論或者外星人嗰啲嘢，成日即係講外星人嗰啲嘢，成日講緊嗰樣嘢嚟噶。其實呢樣嘢唔係咁多作品會攞嚟講到咁噶。佢真係，我淨覺得新超人係你唔當特攝定咩去睇，你當個科幻片睇，本身都係好好睇嘅。所以其實佢係有啲嘢擺到，不過可能真係唔係咁睇開呢啲嗰啲，未必知。但係其實佢唔係話我哋睇完啲穿作符，佢真係有心擺到嘅。佢其實講緊啲真係大家而家成日嗰啲神秘嘢講緊嗰啲話題嘅，好有趣其實係咯。咁啊，大概咁真係。即係新拉打，我覺得總結嚟講，好難評啦。即係所以點解我哋講咗咁耐啦？即係都好多位係好睇，但係亦都有啲點線面係十分之令人覺得，即係有啲位你話哇好正又得，但有啲你反台其實都唔怪得人反台添嘅，好可惜咯，好可惜咯，真係。係啦嚇，咁啊，我轉翻張圖先啦，轉翻嚟呢邊咁先至差唔多啦，係嘛？我都咁完咁集啦，應該可以係咯。喂，咁啊咩拉架劇場版，或者睇下年拉打客串先去睇，唉，我都唔會呢樣嚟噶。而家冇啊，唔會啊，我真係唔會。我唔想理而家嗰边啲已经系，咁啊跟住咩啊嗱睇埋大家 comment 啦，哇题外话新蒙面超人有套前传漫画，但系而家仲未连载完，我谂冇所谓嘅，咁你可以带住喺度继续连载嘅，即系有啲作品以前见过啲动画都会系，可能佢外传前传嗰啲套戏都做完，佢都仲做紧都有嘅，系有机会搵嚟望下，但系啊呢套整体嚟讲系可惜啦吓，咁但系。亦都系嗰样啦，你甚至乎有朋友话睇完我反台嘅，咁亦都你要明白点解人哋反台系唔怪得人嘅，但系系咯，好少我见系各方面有心，然后做咗一件事有啲 sad 咁啊，真系系咯。喂，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能再搵次就讲下新超人啦咁样啊，或者可能再讲下其他话题啦。咁啊，亦都系咁啊，咁今集。老拎嚟到呢度其实都差唔多啦，咁同埋真係心水清好记得我哋 schedule 嘅听众们啦，应该都会醒起呀，咁其实今个礼拜本身唔係应该动漫战队嚟嘅咩，咁因为少少节目调动关系啦，咁今个礼拜就由老拎啊，即係转做老拎，然后讲新蒙面超人，咁而跟住之后两个星期二呢，咁当然唔停止播星期二，相信要播几日啦，总之之后连续两个星期呢都会係即系星期二档期都系动漫战队嚟嘅，咁分别会系连续两个礼拜就系讲旧番同埋新番展望，咁两样连续咁落啦吓，咁啊大家系啦，之后两个星期翻嚟就可以都系听翻有关动画嘅话题，都系讲翻早，不过一个礼拜旧番一个礼拜新番咁样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订阅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亦都可以 share 埋我哋嘅片俾朋友睇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做埋我哋嘅 YouTube 会员啦。咁我哋每星期都有独家内容俾各位嘅 YouTube 会员收听收看啦。咁有一啲可能系独家嘅节目啦、独家嘅直播啦，有 NG 哈碌嘅声带啦。咁而我哋今个礼拜系暂定做电影 watch party 一齐睇戏，咁我睇会唔会睇《永恒族》啊？我再安排下啲时间先啦。咁啊，除咗每星期独家内容啦，咁亦都系可以每个月俾多份支持我哋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亦都非常感激支持我哋嘅听众们啦，无论系做会员啦，或者 CLS 啦，即系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嘅内容嘅各位啦，咁啊，大概咁多啦，咁啊。今集到呢度差唔多啦，长咗少少，长过套戏啊，好似系吧，系咯。咁但系真系好多嘢讨论啦，系啦，或者后来可能我会将某段剁翻出嚟分开，都有机会会系啦。喂，咁啊，我哋差唔多啦，今日咁啊，多谢各位收听今集老拎，下次翻嚟再见，拜拜，拜。